微礼。南投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定期大会议程县政总质询开会时间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今天的会议现在开始。林镇长、陈副镇长、洪秘书长、管路各单位的主管，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各位议员同仁，本会陈秘书长，电视机前关心关心的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咱今仔日是一定是关心中一顺。有曾正年议员、张维华议员、林芳宇议员、萧志前议员、洪明科议员、邱美玲议员、蔡宗智议员、简世胜议员、黄文金议员、史兴水议员、廖文贤议员、石庆龙议员等十二位议员共同联络咨询。咱今仔的共用时间有150分钟。首先，咱请洪明科洪议员发言。啊，感谢感谢咱今日主席吼，副会长，啊，咱林馆长，啊，陈副馆长、洪秘书长，以及咱各处的处长吼、局长，大家高赞。啊，伫遮咧，啊，本席咧，啊，想要来请教着咱的政风处的代理处长吼，啊，在咱顶礼拜咧，在咱顶礼拜咧，咱南投县咧，隆重受着咱全国咧，啊，记者也好，电台也好，来甲咱采访，来甲咱报道。由咱林馆长咧，啊来带团咧，啊来考察技术咧，而且咧，啊本席咧要来问起咱的政风单位吼。这次咱林馆长咧率团去北澳咧、北澳吼考察咧，这个行程咧有违法无？有啥物不适不当无？啊，请你回答一下，简单咯，有无安尼咯？好，我们请我们政风处副处长答。哎，谢谢议长，谢谢洪议员的关心哈。然后我想说，县长这次北澳考察的行程哦，哎，目前是没有发现有什么哎有关违法的事情的。无啦吼，啊，无你请坐，请坐好。啊，大家拢了解吼，从咱林馆长咧啊来从政开始咧，啊，作为咱的一级镇的镇长的时阵咧，咱南投县咧，咱的迄阵的咱的林馆长吼，咱的镇长的时阵，伊就真明确的。真正了解，咱南投县咧是一个农业县，是一个产官二级县啦。就是讲，咱的税收咧真正少，所以伊迄时阵咧就真正啊清楚的头脑咧，一定爱来去观光、拼观光、拼观光，予咱人台湾全省知影讲咧，咱南投的水、南投的好。所以咧，咱林镇长迄时阵咧，在咱的南投县一个小小的一级镇，无人了解一个一级镇咧，伊有早来个。打造个咧一个火车的一级镇，关系到咱民间一级水利车城，甲咱的一级咧名声咧透京城。再来咧，伊担当着咱的立委的时阵咧，伊无去袂记哩，南投一定爱拼观光，所以咧，伊立委的时阵，伊外号做观光立委。在咱南投咧，争取咧真正侪、真正侪，包括咱南投，咱的吊桥也好。种种也好，争取真正侪经费来到南投，来造成咱南投今日观光关，这拢是咱林馆长咧过去一一做来。等到伊这当今咧来做馆长的时阵咧，伊怎讲？南投的农业一定要配合着咱的观光咧，才会发达，把咱南投的精致农业推广出去，让咱台湾全省、让咱全国的百姓了解讲咱南投的好，南投的水果好，南投的农业好，南投的观光好。但是咧，伊即马执政啊，伊怎讲过去伊敢会晓讨钱来啊？即马伊家己执政了后，佮怎讲？一个观光咧，毋是讲停留伫遐，毋是讲即个建设伫遐，
永远就会好，一定会跳水高升外，看去外口，把外口的好嘞带动行到咱南投，让咱南投的观光嘞，不管是一日的进步，一日的好，包括嘞咱南投的观光要好，交通嘛要好，交通要安怎好，一定爱去咱的先进的国家，爱去咱的先进的国家去共学啦，因为嘞咱台湾就是这么小，咱台湾就是安尼啊，尤其咱南投县。是一个真正无钱的官呐、啊！你若无去共学习，你无去外口看去人先进的国家，你唔知道人的好啊！林馆长，本席甲你讲，对还唔对？你有认同无？所以咧，本席伫遮咧，即次就请咱政风室主任咧，来处长嘛来报告，即次恁的白鹅之行啊，完全无违法，完全无违法。所以咧，议会书咧，阮即小组咧，所有议员咧，真正赞同。馆长咧去外围学习是差哩差一项，咱去外围学习了后，定的时阵，咱咧叫观光处，也是你的各单位、你的行政单位，爱甲恁即次12天的行程重要行程来甲报告过来，来予咱南投县的所有的县民知影讲，恁即次去白鹅，恁咧做啥？恁的行程是偌艰苦、偌艰难？我听讲吼，连细一个辛苦来安尼徛壁过，本身嘛去了解。白鹅团吼，恁这个团是两级的啦，上俗的啦，上俗上艰苦的。包括咧，阮的议员同伴咧，嘛有一位议员同伴甲咱馆长随行，但费用拢家己开的，无唔对。但是伊顶讲的，好哩加在恁无去，实在有够艰难的。连迄饭店都带迄上歹的，上重要是要创啥，馆长？你就是要为着南投的观光无好的，要去外围学习，要带动好的来听个南投，要让南投的进步，要让南投观光的进步，这是你的目标啦。但是咧，你就是一个人讲的，伤直啦，伤直秒包装，逢刺激一下，你就未欢喜，你就表现讲安尼我钱行咯。馆长，这咪行钱的问题呢？啥叫行钱？你是一个。馆长，你带着队来到白鹅考察，这是摸良心的做工课的呢。馆长，我甲你请教一下，你这次啦去白鹅，你的感觉啦，你有危害你摸着你的良心做唔着工课无？你有开着咱冤枉钱无？有啊无？你甲回答一下，简单咯，有啊无？安尼好啊。好，我们请林镇长到。谢谢议长哈，谢谢洪议员哈。这次我去澳洲啊白鹅考察哈。我哦，实在讲个，伊上欠，啊，佫上认真哦，伫出去伫考察，唔是说讲哦，讲出去伫耍哦。对啦，馆长，有违背你的良心无？有违背咱所有全民的寄托无？有啊无？没有。啊，没有，请坐。所以咧，这么好的馆长，真正开钱嘛安尼耍，佫去用安尼攻击。所以馆长，你只要咧本小咧代替着阮本小组咧来向你报告啦，来向你交代。袂用了了，讲要行钱，你请着公假呢？你今日请着公假，你要行钱，安尼是变啊？生活体统，人迄个跳陷阱要互你跳，你既然嘛要甲跳落，人乌阱要互你跳呀呢？那如果啦，你若违法啦，唔免因讲啦，唔免因讲啦，现调查来甲你调查啦。所以咧，咱咧唔免烦恼。望咱的心肝，为咱南投县54万百姓来打拼、来造庄，安尼好啊！如果啦安尼吼，本席咧啊，来给你三分钟，来接触咱白鹅的考察吼，你用三分钟，短三分钟，然后卖占完时间，卖占完心济，三分钟你把这心得讲出来，安尼好啊！阿妈馆长，我们请林镇长。好，谢谢议长，谢谢洪议员哦，让我有吼，让我有讲话的机会哈。啊，其实啊，这次去白鹅考察吼、哦，唔是讲我本身才愿意的，因为是咱的乡镇长伫顶年啊吼，因为乡镇长联谊会哦提出，讲请馆长吼、哦，讲阮咱做一届的馆长，也是讲你阮做一届乡镇长，你嘛甲咱带去吼，出国考察一遍。我讲因提议啊，啊我交转啊，阮民政处吼、哦，做研议，啊结果咱今年度变预算，吼、哦、变100万的预算，啊咱起码开77万尔。啊，其实阮去吼，也是讲吼，迄、那个团费上俗的，啊，管府也无够钱。你勿紧，这民国解释，咱无违法就好啊。你只三分钟，互你解释讲，你去遐心得，简单的心得，人会好，
还是咱啊需要改进的，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像阮去这回吼、去考察吼、所了解吼、像你在挪威啊吼，伊有一个永续发展吼、永续生态发展城市吼、啊，咱去甲了解讲，因这城市规划吼、规划30年啦，啊，就完成啊吼，啊，因的好处伫呾，啊，因安怎来做？啊，人我嘛去拜会吼、因迄个当地的政府啊，啊，因当地的政府啊，甲咱解决说甲足清楚的，互咱讲吼对这个。未来城市发展，我们要怎么样做？所以咱真简单哦，像咱这湖心温泉区啊，他们的一些设施、一些配套啊，我们就可以用在啊咱的湖心温泉区内，对，将来达到一个国际水准的一个温泉区哦，这对咱地方的发展建设是有够帮助的哦，这也是真正好。啊，像咱去这个挪威啊，拜访因的市政府，你看过去哦，咱凡是啊，更加大的高层哦。去甲市政府拜访啊，嘛无可能个副市长吼、出来甲你做简介，出来甲你接待，出来甲你说明永泰深处的发展情形，对咱的重视啊，会使讲啊，真正吼、真正看有气就对啦。对咱这个访问团真正看有气，啊，而且吼、咱去遐嘛，佫行销咱的农特产，就国姓乡的乡长，伊佫特别啊，摕咱的国姓乡的咖啡去送予副市长，互伊啉。啊，同时我嘛伫遐泡咱的咖啡哦。我要关联来品尝南投的国姓的咖啡有赞无？你看，即个去考察，佮加行销咱的特产，就安尼遮好，实在讲，莫讲讲，我去遐拢来佚佗，是真冤枉的吼。对啦，反正，所以阮的人民讲你真冤枉啦，所以今个予你机会，予你简单来报告啦。啊，你遮哩啊，本席拄则向你报告哩，讲咱是毋是用上短时间哩，甲恁即撮行程真正重要的来献予咱。南投县54万百姓，大家了解者，互因知影讲人外国会好，要安怎带领来咱南投，互咱南投的观光也好，农业也好，会未来会愈来愈好，安尼有法度无？没有问题，一个一定把它做出来。哦，啊，这就是爱从迄顶刚我离咱的县政频道吼、有看到，人个组合屋，恁的进迄个组合屋啦，种种吼、有看，迄真简单尔，但你就是爱规套，规套甲做出来，报给咱的县政频道。予咱南投县的百姓了解讲，唔好甲你冤枉啦。咱安怎做？望良心的做工课，唔好予小小一两个来甲咱抹黑。我感觉讲这是对你真无公平啦吼。安尼就麻烦你一个月内一定要献出来，予咱南投县所有咱的县民来看起安尼，安尼有问题无？会当佮我讲一分钟头。好，来。因为即次咱顶年吼，咱嘛变100万的以上，所以我吼顶年吼。因为嘛，考虑讲啊，咱县政府财政吼较困难，所以我无要出去，100万拢留的拢无用。啊，今年是因为乡镇长的要求，啊，所以咱只动用77万吼、交的咱的团队出去。啊，乡镇长有7个，啊，咱这次出去考察，唔是讲啊，咱国民党者、民进党者嘛有，溪堤乡长吼嘛去参加，德山的镇长嘛去吼、啊像国姓吼、保利吼、啊个仁爱、信义中去，拢总有7个乡镇长去。出去的考察，唔好敢讲哦，阮去出去的算吼，这是接完弄啊，这有心人士哦，见缝插针啊，啊所以吼、因为这次吼、要出去考察吼、我嘛在担忧啊，这件吼，管这个负债200亿，恁个出去佚佗，我会这个吼、意料中啊，是我意料中啊，但结果啊，真正吼、有心人士啊，都来插针哦、我是对我非常的感伤啊吼、我认为不要这样做吼、反正。负债200亿吼，这唔是你的任内啦。啊，200亿嘛，未用当作咱南投县所有的官员、所有的百姓拢爱食饭交盐呢。是啊，系啊，对不？200亿咁就未用去安怎去进步、求进步来行钱，咁未使呢？咱南投县的负债还算少，你看，打一县市无负债，吼，你看就高雄市2000几亿。所以你讲吼，本身个里面咧啦吼，咱望良心，为咱南投县百姓来拍拼，安尼啦，好不？好，感谢你，请你坐。继续，我们请陈志的简历员哈。感谢局长。今日本席伫遮嘛，因针对着北欧城吼，咱这個北欧这个负债200几亿，是咱这边现任的县长所付出来呀。我请问咱那个财政处长者。好，我们请处长答。这个负债是累积下来，绝对不是这个县长的手来。同时，我要替咱县长来澄清。对管店来讲，其实一万金麦数字是会讲话的。一万金麦出来的资料，吼、
咱目前唯一有行政能力是咱即卖即个林馆长，伫伊上任到即卖到四月底，已经减少咱的长短债13亿元，是历年前所未见的。以上报告。哦，感谢处长。哦，你请坐。啊，今日本省哦，嘛特别甲馆长讲一下吼、哦。出国佚佗，我相信咱南投县民有迄个度量，互你去外国去行行咧，去考察，去了解。咱外国生活啥物款，你嘛去取经咧。啊，咱南投县民，即咱的南投县民，敢无即北屯，互你出门？我看到报纸吼，安尼写真了，我很心痛。写到将遮好的馆长，敢若出国，你上任到即摆第几届出国？你也讲一下，馆长。我们请林院长答。谢谢议长哈，谢谢简议员。我就是嘛，已经年半吼，嘛第一遍出国，吼、哦、啊过去吼出国拢开家己输钱，我唔敢用公钱，因为吼用公钱啊，就是像这次吼、哦、开8万块都甲抹去到这个程度，所以吼、哦、我是非常的伤心吼、哦。啊，因为像去年啊，我去大陆拢开输钱。我自己花钱，花自己的钱出去，所以啊、哦，未来啊，如果真正需要卡槽的话，我想因为也避免了、哦、使用公款，用家己的私钱，无偌济钱，咱家己开开啊、哦，较袂有后遗症啊。像今天哦，去开一个8万块，啊，何况哦，馆长去带去佚佗哈，负责200，佮去佚佗8万块，甲讲甲遮歹听，我是非常伤心的。所以讲吼、哦，你有看到这无？你是很倒霉呢，台语讲叫真衰啊，真衰有影。哦，我袂骗我讲，馆长，你真欠，我嘛知，我做议员的，我嘛知啦。每一个做馆长的人，谁讲话拢嘛招肥肥啊，结果推推啊，啊你嘞3比8啊，哦，啊所以讲你真认真，大拢看会到，所以讲看到这个新闻时，我敢替你，你有咧做代志无？有。你今日嘛无咧做代志，搁自己去出国佚佗吼。以往的馆长拢差拢是安尼啦吼，啊嘛去调查看嘛，每顶届嘛同款哦，一年出国几届，开偌济钱，啊你敢当第一届出门尔，受衰啊，去互报纸刊到遮大片啊，这报纸刊咧啦，真大片啦吼、哦，我出去记者嘛咧甲我讲，我出去甲地方的时阵，人嘛咧甲我讲，哦恁这馆长真够开呢，开200几啊，负债派200几，过去佚佗。我讲哦，这个人是讲去学媒体，吼、哦、去学无害。馆长你做真好，我阿你肯定。我希望讲吼、哦，你的报章杂志方面吼、哦，咱馆府的媒体方面你尽弱，咱的行政处吼、哦、需要我检讨啦。你的形象包装，你做啥工作，有诶无诶啥，人大家人拢唔知你做你做啥代志，你付出偌济嘛无人知啦。你的新闻科的吧？啊！但你有咧替馆长做代志，啊！你有咧替馆长咧，互咱的百姓知馆长叫做偌济代志。甲我今日我所讲的，今日咱的迄个恐龙公园，我今日出门人要你甲我问咧，馆府到底有要做啊？无要做？有啊，我讲有，馆长讲有，应该是有啦，确实嘛有啦。啊，毋过嘛，甲当你甲头壳放互烧烧，尾也拢掂去啊！你做个代，你嘛互百姓知一下，所以馆长。真可怜，真衰啊！刚出国带团出国一过落去，用安尼讲啊，三条线呢，你有看卖哦？出国去行行咧，去考察，带地方的所有镇长、乡镇长去，互咱的地方更加欢迎。我相信咱南投国民确实有迄个度量。刚才阮老爸要出门，我就讲你去先进国家佚佗啊！啊，无你较行，刚才行这个地方，你是知影外国是用啥物款？咱南投县民的许多人，相信嘛，真侪人拢有去到外国佚佗，去考察。尤其恁是馆长，恁来考察，看电影生活啥款。我拄仔听洪议员安尼讲的时候，馆长，阮支持你。确实，你逐年拢爱出去行行的，看别个国家生活啥物款。较艰苦，你嘛爱去行；较先进的，你嘛爱去行。哦，本席伫遮吼，嘛爱鼓励着馆长，不要再倒霉了，好不好？咱的新闻媒体吼，你尽量甲做好些，互伊较了解，但互伊发布出来，好不好？谢谢哈。好，继续我们请林议员发言。谢谢我们大会主席何议长大家早安，大家好哈。
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议题，北欧之行的议题，我也要来发表一下本席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在我记得的话，应该在上次会议的时候，有议员提起，为了尊重议会的监督权，如果说我们县府有考察的行程，应该行文，应该礼貌性的邀请我们议员列席参加。其实这一点，尤其是这一次的北欧之行，在你们成行之前的大约一个月吧，就已经行文给各位的议员，邀请议员同行。其实我觉得说，北欧之行之所以会炒作的成这样子，其实我在南北的这些朋友在第一时间看到媒体这么大肆的报道，不是正面的报道，是负面的报道，觉得很讶异。这个不就是我们一般的公务行程吗？这不就是我们一般的各个县市、各个乡镇、各个民意机关都在做的事情吗？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有的行，有的不行？啊，看法见地完全是不同的。其实我们尊重每个人的看法，凡事都有一体两面的。你要说他好，他就好；说他不好，他就不好。但是毕竟还有他的一个理智啊，哈，有他的一个理智在。其实在这当中，我们的考察的行程都是在我们的年度预算当中。我们的年度预算不就是经过大会、经过议会、各位议员审议之后通过所使用的吗？我请教一下县长，这是不是在预算内？我们请连镇长答。好，谢谢议长。这是今年预算哈，经过我们县议会核准通过哈，是编了100万啊，也正式啊北欧考察。对啊，没错啊。所以说这个是在预算之内合法运用、合法的一个行为嘛，是不是？是啊。啊，同时我要出去考察哈，县市首长一定要报到内政部核准。同意了，你才可以出去。所以我们依照程序也报到内政部同意。那么内政部同意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公假。对这个流程哈，我相信我们都蛮清楚的。而且我还记得在北欧之行之前呢哈，县长还很尊重议会，还到议会这边做跟几位议员坐着商量这一趟的北欧之行。其实我觉得说哈，我们的行销包装要加强。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是很正面的，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负面的报道？是我们要加强，还有我们要思考的一个方向哈。我们也要自我检讨啦。其实哈，现在是地球村，每个人一年出去个几趟，真的，是没什么的啦哈，平民百姓都如此，更何况我县长是领导一县之长哈，是南投县的大家长，带领的这些出外考察，去看看别的国家的好跟坏，有许多可以作为借鉴的。其实在北欧给我的感觉，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感觉哈，它是一个所知道的是一个很进步、很先进的一个国家，很多事情、很多的建设是值得我们去参观、值得我们看的。还有经由媒体的报道，其实，对方北欧那边的当地政府对我们也蛮尊重的，安排了许许多多的可看的、可参观的一些行程。我相信在这当中，我们能够取经，能够得到相当多的一个经验。那么利用几分钟的时间，请县长跟大会报告一下，在这一趟的北欧之行，你认为哪几点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我们请林镇长答。好，谢谢议长。那么这次我们北欧之行考察，我们第一站就到挪威。那么挪威啊，我们去考察就是他们的永续生态发展城市啊，
他们这个城市啊，发展了30年了，现在才陆续完成。啊，他们呢、啊，整个经过的系统，整个经过建设的过程啊，都一一的向我们介绍。我相信呢、啊，像这次我们到北欧去哦，那么他们呢、啊，北欧国家透过我们的大使馆给我们呢、啊、引荐哦，他们所做的详细的报告啊，实在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对他们的尊敬。他们会长给我们简报了将近4个小时，哦，所以我们吸收了相当多的哈、哦、北欧开发城市的一个重点在哪里，我们都非常的了解。尤其呀、啊，他们呐、啊、整个计划来对哈、哦，他们要让啊北欧哦老挪威啊，他们城市啊尽量的鼓励大家不要买车子，所以他们把整个计划做好以后啊，第一个就地面检验呐，先把它兴建完成，所有的哈、哦。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住宅、商店、办公室啊，你做这个捷运啊，地面捷运过去的，行走不到10分钟就到你的办公室，所以他们的系统规划的相当的完美。啊，这个也是可以我们未来啊，我们在整个哈、啊，哎，我们南投现在要开发新的社区，或是说哈、啊，像我们这个无限温泉区这个我们都可以来作为我们的借鉴，还有我们的下水道，还有他们的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啊。都相当的成功。那么另外啊，我们到瑞典也去看到他们的组合屋。过去啊，咱921大地震哦，组合屋啊买过来，对吧？一栋啊坑的俩。结果他们那个组合屋啊，就是用哦组合屋把它叠式的哈、哦，因为两个给叠，给凑起来里面的做些改造哈、哦。啊，那像咱入去到内底，那像哦一栋个别墅一样啊。啊，它这个构造非常的快，啊个哈、哦、建造成本又低啊。所以我们去看了以后啊，假如说以后我们南投县有什么在重大的事故发生啊，需要安置啊这个灾民的话，这种模式啊，这是第一个。所以说啊，国外可以当为借鉴，可以当为是很多经验是很多嘛。对。好，所以说在这边我也本席也建议，其实对的事情就去做，而且这个预算是在预算之内的。支出，所以本席还蛮赞成的，还蛮赞同的，因为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门打开了就是希望走出去，当然也希望说经由这个交流能够引进外来的这些观光客，这是互惠对等的一个希望说成为一个观光一个宣传观光的一个利器，还有一个行销的手法。其实我们是这个是县长观光的县长，我相信你的眼光是很独到的。在这里我也要建议，就是我们的这次本期的议会当中也有议员提到，就是我们要出国参访要考察之前，相关的局处看你的重点放在哪边，比如说相关的有建设方面的，有观光方面的，我们就邀集这些局处长同行，相关的业务人员同行，这样子的话所发生的效益我相信会更大。不要把门关起来坐井观天，当一个井底之蛙，这个本席很不赞同。因为现在的地球村，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特色跟先进的一些建设，是我们值得我们去看，值得我们去参观的。不要说自我感觉良好，自己没有走出去，认为说我们就是最好的。今天要是你们都不出门的话，说实在本席也很有意见了哈。所以说我支持对的就去做，不要因议会时说了几句就打击了你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团队还需要再加油啊。在这里哈，我们等一下也有检讨我们行政处这边对于我们县政的一些包装跟行销需要加强的地方。现场请坐，谢谢大会主席。好，继续我们请曾正廉曾立远发言。关于吼，咱这个北欧之旅啊，吼，北欧之旅这吼，这个我个人吼，伫外口听起来这种感觉吼，用讲八成差不多是70%对馆长的肯定甲认同。因为你一个国家要安那一个官要安那领导，一定爱出去外口，出去共厝间，出去共学习嘛。啊，有迄天的时阵，叫彭国日报，啊，甲赖志友安那讲价呢，真正真侪乡亲听了呢吼，
看到报纸，看到心里智慧。啊，这是错，到底是错在哪？是不是咱的管府的团队，咱的行政处不晓包装吼，还是唔知安怎应对？啊，无安尼吼，报纸安尼看甲拢未听哩。实在都真好卡笑，去落去嘛，甲咱讲，咱如果咱十步啊，好馆长拢这个百姓大家真肯定，唔知影他认同啊。报纸甲看甲呢，真正真侪乡亲心肝咧足艰苦啊。啊，我请教咱的行政处长吼。这个有关到咱这个做六二号，迄天我第一看到迄彭哥啊，甲六二号圣都电台讲讲呢，黑白讲讲到拢未听哩，听到起码足歹。我刚才这车停起，随甲开落，随甲迄圣都电台讲安尼，恁安尼爱报嘛爱报好，实在都真好卡笑哩，黑白托。所以我请教咱的行政处长吼，这个白屋处理的啦吼，咱日后。当然未使呢，佫发生这个类似情况。啊，你身为一个行政处长吼，那无伫第一时间因应的对错，无甲对媒体无甲召开记者会，安尼互人黑白甲咱抹黑，你个人的看法安怎？啊，也是日后啊拄着这个情形，你要安怎甲应付？因为咱这个副馆长一定真侪人目空车嘛，你真好卡车人为人。道歉心态嘛，我甲看咱所有的议员，用讲99%，拢对咱的馆长拢真正赞同，真正肯定。唯有因报作看甲安尼，我请教咱的行政处长，你请安尼，你的感觉安怎？啊，你若当时无伫第一时间，甲即个因应对策，互安尼馆长方安尼抬甲老去老地，我请教咱的处长者。我们请林处长到。谢谢党委主席何议长，也谢谢今天的议员哦，对于新闻及行政处的一个业务的指导。大家好，嘛多谢议员和我有这个机会来表达哈。其实这次去馆长去北欧考察，我嘛对伫边啊。因为什么要让我跟在旁边？就是因为伫这北欧这12天当中。我们有随时哈，甲咱伫馆长伫咱底下考察所看到的，咱拢及时伫中台湾新闻甲所有的媒体，咱拢有播出哈。所以伫这12天当中，咱总共做了4个电子媒体的新闻，还有一个专题的一个报道，20分钟的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伫回来了，咱18号的时阵，咱有召开一个北欧的成果的记者会。那这个记者会当中，其实所有的媒体报纸其实嘛拢有。差不多有20篇的露出，跟我们哪个是小报，包括《自由时报》《联合报》《中国时报》，通通都有刊载出来。这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事先来做的一个成果，就是要让馆民知影讲，咱馆长这个去考察，绝对是公务，而且是为民服务，要为以后的市政来做准备的。那在19号议员的质询当中，可能就是因为去让伊专。话题被转到就是公务行程只有4天，这个跟事实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嘛在这当中哈，一直跟这《苹果日报》哈这边一直在沟通。那因为这个媒体属性哈，跟因台北报社跟台北总公司那边，他们会有他们的一个倾向和偏好，尤其是比较。辛辣一点的话题，他们会更喜欢来做一个表达。所以在这当中，我也有包括我新闻科所有哈，其实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跟咱的记者去跟伊讲，你若要看，唔过咱所讲的，咱的立场嘛爱给人看出来。这部分其实。咱都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那所以这个部分哈，其实这当中有我需要再检讨的，因为可能包括在咱所有团队咱家己的发言当中哈，我们都需要有凝聚一个共识，因为媒体都是喜欢有一些话题来做他的新闻。那在这个部分，我跟咱的媒体部分哈，我嘛会来检讨改进，是不是我跟因关系不够好哈，我嘛会搁尽量来努力。感谢咱的处长啦哈，日后哈，咱处长你请坐哈。日后的时阵吼，咱爱特别注意，卖防阵风差准。哎，国家人看见迄句听了嘛，真正起码都拢歹起来。什么，铁甲你穿西装，
去食都袂使穿西装咯。咱个派负责派200几个都袂使哩，袂使进步，袂使哩出国考察咯。难道臭头皇母都袂使做皇帝咯？讲个，所以讲吼，馆长哦，你个团队爱更加坚强，爱较有信心个啦。我个议会当前吼，90%拢听你啦。馆长，我请教你有信心无？好，我们请林院长答。谢谢议长，啊，谢谢曾议员的鼓励啊，100%信心，一定有信心啦。你这虚落去个，人真济人看到你拢目空车呢。讲你这安尼表现之后，你看你几啊遍，我讲看伫。在我们中心地区的，活到12点外，你都伫遐苦苦撞。最近嘛拢撞到，撞到各拢散落，啊，互嫌到安尼，这够天理。我甲曾议员报告吼，虽然哦，这《苹果日报》刊这个消息出来，甲媒体报出来，但是啊，咱真侪乡亲哦，感觉讲吼，这个媒体甲这报料有一点虚假，哦，所以他们不认的是会这样啊，拢打电话来咧甲混开，佮哪会乌白讲，哦。啊！你都遮认真在做诶，啊！而且你出考察，拢有成效出来。像我即个考察，啊，像咱诶竹山吼，甲溪头这些，我嘛讲咧，高山铁路哦，可以适用在我们这个路段来做。啊，所以我就要今来找一挂规划会来规划看看，是不是可以啊，来行做高山铁路吼、啊、到溪头。安尼哦，咱诶延禧公路就塞车塞个严重。啊，伊哦高山铁路哦，一届坐400几个人。馆长，你的用心，大家拢看有啦。像我顶天甲张伟华张议员啊吼，甲你去看遐做马路溪啊，你嘛是讲要做一个吊桥过来跨越这個马路溪。可见你这都观光的这个号称的这个馆长，这认真，外口甲你黑白讲，啊，我请教你，啊，你这个白鹅之旅的吼，你的这个做精华篇，你嘛简单讲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精华篇啊。因咱这白鹅之行吼，我感觉讲吼，最值得安慰吼，就是咱一个小小吼，一个团体啊吼，去到挪威啊，挪威副市长也当亲自给你接见，佮给你做简报，因的永续生态发展城市哦，安那做，即我感觉有足光荣的。甚至有当时吼，其他吼，咱中央各部委去反正也无他较好的利益啊，吼，所以我感觉这点就非常呈现讲吼，足看。看去咱这处吼的访问团啊，这是我感觉最大的荣幸吼。啊，同时去遐吼，佮甲挪威啊，佮行销咱南投县的农特产，让他们了解我们南投县有哪些农特产。尤其吼，像昨啊，咱的行销咖啡吼，咱的国宪咖啡，我嘛提出来讲吼，我讲昨我去刚去吼挪威啊，啊去甲北欧吼各城市吼，我们都送啊。咱国姓乡的咖啡来和咱这個、啊，咱的驻华大使啥来，让因参考去认讲啊，咱的南投县的咖啡是这么好的吼、哦，啊，而且吼、哦、重大建设吼、哦、也在进阶啊，大概一个月呀、啊，我们就会把这个吼、哦、考察报告提出来。我相信哦，大家看了之后哦，决定未认定讲我是去咧佚佗啦，哦，啊，咱去带啊带上麦，哦，因为咱团队有限，哦，120,000。哦，都还想买，还要新，去要翻新，都这边翻新嘞，门城烧水顶啊，哦，有当时啊，较落的吼，还卡脱一半，是安那，就是因为咱要节省咱出国旅费吼，这个节省，所以咱以想省哦，来出去考察，所以这样这么节俭咯，啊吼，嘛无讲哦，做馆长哦，哦，像顶年拢唔捌出国，啊，今年出了一遍。啊，都吼吼，见缝插针，有心人士啊，都要给你抹黑。哦，我是感觉真痛心的吼、哦。其实吼、哦，人在做工课，我们就是真正来做工作吼、哦。啊，像我那时候吼、哦，我咧当立委时啊，立法委员一年嘛编200,000，可以出国考察。吼、哦，我们议会每一个县市议会都有，每一个乡镇代表都有。啊，难道当一个县长，吼、哦，2年出国一次，会这么遭受攻击哦？我也是非常意外啊，但是呢，我这口储备出来哦，我就感觉到有心人士啊，一定会想抹黑我啊，果然不出其所料。好啦，感谢馆长，馆长你迄个哦做请坐啦吼，馆长你的用心，像我昨吼嘛，佫听到我呢，真迄个做南投街只乡亲伫讲，因呢是大人吼无义吼，
啊，你从迄阵啊，搁车祸安尼弄到这头壳一空安尼，安尼嘛天几啊尖，啊嘛安尼去人关心，人大家对你的肯定吼，啊这你安心，伫阮的议会的同仁大家绝对拢真替你吼，啊你继续搁冲落吼，谢谢。啊，继续啊。我想啊，今天呢、啊，拜听相当多的我们的同仁哦、啊，对这次北二行的看法，哎，听到我们县长啊，针对这次的行程哦、啊，做很多的说明跟建议哈、啊。我想啊，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只要合乎我们的体制内的规定哦，我是建议县长就不用考虑太多了，因为县长过去的历练哦，让我自己感受比较深的哈、哦。其实，在当自己镇内的时候哈、哦，去当中我就已经想感受到讲，你咧做镇长的时阵哈、哦，已经讲一一镇的镇民哦，逐工拢坐火车啊来水里搭青菜、搭水果，啊坐火车来水里菜市啊咧卖。不过经过你两家镇长了后，你也看，即马水里人啊，拢爱阁专工，爱阁走较积极，去啊要租厝、租店面，要来做生意。真正一个政策的成功吼，用对整个地方的发展吼，用造成真大后壁的边际效应足济。即马不管积极的地价嘛好，厝价嘛好。包括观光的人潮嘛，好，然后人潮就带来钱潮，相关的国际行业哦，拢一直拢规个拢带动起来。就你安尼镇长落任较单，你看镇长安尼县长安尼几年啊？你安落任较单安尼几年啊？你家己对感觉对镇长迄任内对自己的建设，你有家己有啥物看法无？哎，麻烦镇长，林镇长到。谢谢议长啊，谢谢我们萧议员的这个指教哈。我是感觉我担任一级镇长吼，啊，伊八年啊是一级嘛最鼎盛时期啊，想发展的时期吼，啊，所以迄阵我感觉讲我嘛现在想起来吼，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认为不可行的哦计划都能够完成？当时我咧就伫火车站要起个地下停车场，一个小镇要争取3亿的经费啊来建这个地下停车场，我迄阵嘛不可思议，我讲哦。我到雄心这么大，敢做起来。后来呢，等等，皇天啊，不辜负苦心人哦、啊。在我认真打拼哦，我为了要做地下停车场哦、啊，因为迄阵啊一度争取哦，省政府无要同意啊。我为了吼、啊、要做这個地下停车场，我不惜哦、啊、要来找宋省长。迄阵哦，咱咧宋楚瑜都是宋省长，我不惜要找他下跪。我你也唔准，我要给你跪哦。啊，后来这样啊，这个。地下停车场，你看现在兴建完成了，就咱今年哦灯会24天呐、啊，就让集集地下停车场收了300万，24天收300万哦、啊，地下停车费啊。所以管定啊，所以其实你这个处理考察，像拄啊同事有作者讲啊，不能坐井观天哦。啊，讲你倒霉现场，我是感觉还不至于啦哈、哦，是不是讲你用伊从你伫镇长迄个？迄当阵呢，你讲的不化不可能为可能，这种保护哦，运用伫咱南投县的几个环境，带动咱所未来咱的南投县发展吼、哦，会因为你的支持模式，带动几个南投县来同齐来进步。你安尼有信心无？有信心。啊，你有信心嘛？我认为讲吼，这是咱南投县全民之福啦。啊嘛，希望讲你即个白鹤城的经历，甲你的涉猎，诶，再。这经验，用未来对咱整个了咱县内建设，你讲啊高山火车嘛好，啊是讲你未来咱的恐龙博、恐龙小小峰的嘛好，拢用于做相关的帮忙。啊，不过哦，这其实哦，头拄嘛有咱的同事特别提起哦，我是感觉行政处这边哦，针对这处不过这个爆料了，到安尼这4-5天，你行政处的座位是安怎？啊，县长请坐。嗯、啊，我请啊，请行政处长。嗯、啊，你觉得目前有啥物作为无？那其实这个县长对家己也有信心，啊，这县民对伊嘛相当的肯定。唔过，我刚才用听报纸、电视新闻媒体看，都、就是拢看到对咱县政府
负面的报道、负面的攻击，啊，无听到咱行政处新闻这边有啥物做啥物回应，啊，是要求因做啥物澄清，这部分你袂用讲像你拄仔答话，我感觉我非常无满意。你敢认为讲你能力不足，还是你甲媒体记者交陪无够？我认为这毋是理由。你甲今呾咧这节讲，你有啥物实际的作为哦？甲本席答话者。谢谢大会主席，谢谢萧议员啊、哦！我再次澄清哈、哦，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部分底管定出国期间哈、哦，其实我们考察到什么，其实我们都有及时回来在电子媒体还有平面媒体的播送。那底十九号就是《苹果日报》跟咱电子媒体发生了后较紧哈。其实我们也私底下有开会，那我们针对澄清的部分，当然我们都有跟报社那边来做澄清。那包括昨天哈，咱议会就是议员议员先进，还有继续在质询的部分，其实我们私底下也有跟媒体来做沟通，所以昨天的部分整个平面报纸的部分是已经有比较联合报跟中国时报都没看了嘛，啊，自由时报是把我们县府所讲的都有回应出来了，这部分我们都持续在努力。但是另外在咱馆长，其实馆长带领咱的团队替咱南投县做非常非常多的工作，这个部分我们也马上在规划，我们目前哈有好几个专题的中台湾二十频道的中台湾的新闻，还有包括我们的平面媒体的部分，我们都有锁定几个议题，包括议员他都有跟馆长欧露的，就是讲咱的预审有节省下来，咱是第一类有还债的一个县长，这第一个。那另外我们的财政的部分也有随到随付，每个红蛋这部分我拢会做。我咧讲啦，我感觉吼，即马是一个算很快速的时代吼，现在遇到真的对我们本身不利的或者负面的攻击哦，我认为你做咱一个管务的包装师哈、哦，你在第一时间的回应哦相当重要哦。你甲各局处家，你看马平让很多人在发言，管定这应该是要找一个真的能代表我们县政府的人统一来做发言，安尼较会正确啦哈、哦。啊，另外你对我的说明的哦，我是感觉真的及时反应。啊，另外有什么比较创新的作为哈、哦？这嘛真重要，卖干啦讲以基本呢，恁一般跟媒体交往的一种常态性，请他做一个澄清。你讲共不抓看戏，在大陆上骂人，在小巷里道歉呐、啊，对不？是不是安尼？伊甲你澄清的时是这些片啦，啊，毋过看的时甲你看出大片啊，啊，这是不是？干嘛？你甲我做？做较注意啊咧。李王国报兄弟哈，那另外要没有提到的，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强化我们网络的行销的部分，因为包括县长的 FB， 还有包括我们县府的网络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另外会有做一个专案的部分哈。我们是要强化我们网络的行销，因为要拜托报纸刊，有当时咱所讲的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网络再做加强。那以后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会来及时做回应。好啦，你有什么创新作为啊？跟你一份内容哦，分析参与啦，好吧？馆长，我另外请教哦，最近哦，有听到咱国道六号哈、哦、要收费问题哈、哦，啊，这部分我了解起来哦，当时是因为高速公路都要伊个横向的。高速公路要通的时吼，咱的马文君的一位吼，啊，甲真济委员吼，拢极力争取吼。咱南投县讲系四大皆空啦，哦，当然是无机场、无港口、无高速公路、无高铁，啊，没有高速公路。啊，即个吼，能够换个位置，引用咱友党吼，不是咧讲诶，换个位置就换个脑袋啦。伫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安尼。国道了通车到当哈侪年，就嘛在想讲要甲遮个县民来收钱。啊，即摆呢换个位置尔，我听讲就要对国道了后开始要落照高速公路的迄个收费标准哦，要来甲咱国道了就做收钱。我想讲这点哦，要麻烦馆长你做一个你本身的看法。我们请林县长答。啊，谢谢议长哈、哦。那么谢谢萧议员啊关心哈、哦，咱国号六号道路啊要收费问题哦，啊其实咱个检讨回来哈、哦，我阵伫
伫个做立委的时阵啊，啊，我伫交通委员会啊，东西向，这个高速公路无收费哦。当时是我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坚持争取咯，坚持反对不能收费哦，啊，坚持到最后哦，那个毛部长啊，哦，伊才接受我的意见哦。我讲恁啊，讲一坚持要收吼，啊，大概恁的恁交通部的医生吼，我们会给你啊做很好的一个善检动作吼，啊，希望啊为了人民的权利吼，啊，咱建一个东西向都是没有咱家所有的百姓交通便捷，不是在考虑呀、啊、营运，嗯，哦，所以你们绝对不能收费。啊，当时我交通委员会啊，大家一致坚决反对不能收费，所以就要延续下来已经吼，嘛这么多年都没收啊吼。啊、我感觉讲政府敢有需要差价去做下钱，对吧？对啊，照你讲，哎，馆长，咱的这条国道，讲是讲国道了啊，讲高速公路啦，啊无，其实伊的设备吼，讲起来嘛拢细算都甲一般横向的快速道路，我规格吼差无介济啦。吼、啊，是毋是咱管政府这边用去考量真个 OK 线所有民众使用？道路的宽容吼，来做一个阴影，甲中央部委做一个反应。所以我就要吼坚持反对吼，绝对不能收费，吼绝对不能收费。现在目前吼，咱四乡镇吼，每天呐、啊、在造这个咱的国道六号道路啊，好一年有多少人呢？一年有27000呢，27000多人啊在造这条这个国道六号道路呢。啊，你啊贸然收下去的话吼，啊咱这边过去三层。百姓都咧赚无钱吼，啊！你搁啊雪上加霜，别搁甲因收费，啊！毕竟讲经济较歹的人，啊，该唔搁遭损到啊！啊！你政府投资啊，这么大的一笔经费，结果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交通便捷，反而又要加受其害，要搁收费，这没有道理啊！既然开了哈、啊，你预算嘛拢执行出来啊！啊！你到底搁要收这个费要弄啥？我现在也在担忧啊！我迄阵当个交通委员会，伫个当立委吼，伫交通委员会啊，我争取吼、哦、高速公路啊，20公里免费的吼、哦，迄、那个惊讲嘛要搁啊搁可能啊，这个国号诶、欸、六号道路的东西向啊收费类吼，反正这20公里都要取消，我嘛在担忧。反正啊，这即摆拄啊在因在酝酿呢吼，我希望讲咱管政府真明确的立场吼、哦，一定要欢迎中央了解，好不好？所以哦。基本上坚持要收、哦、我想我们县府啊，站在我们老百姓立场，我看啊，如果必要的话、哦、我们就带队到交通部去抗议。哦，哎、欸，好了，我给你支持啦，哈、哦。我们请廖县长廖远来。啊，谢谢我们大会主席议长哈。啊，我也不要客套了哈。啊，馆长，啊，这次啊，你的北欧之行啊。我们三位原住民的议员呐、啊，也都替你抱屈了哦。我们全省啊、的县市长，哪一个没有出国？对的，为什么你出国就会被啊、人家来批评哦，来检视？对，表示你做得太好了，对吧？我们这个县长啊，整个我们施政啊，我们县长做得太好。就是要利用这个 啊来扭曲来打击你啦、啊、所以啊管定、哦、你要、哦、不要为了这个、哦、你就、哦、把你的整个、哦、意志 啊就啊遭受这个打击啊你就退缩你还是要勇往直前啦、啊哦、要勇往直前啊尤其这次的北欧之行啊我们三地乡啊观光游憩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我想你这次去了，一定有你的心得。我、哦、怎么样在我们原住民地区啊，好、哦、啊来，好、哦、发展这个观光游憩啊，啊的这个的这个产业啊，我想你心中自有一把尺了哈、哦。你看我们北欧啊，最有名的就是高山缆车、花卉，还有民宿，还有我们的这个温泉，对不对？这个在我们啊，这个信义仁爱啊，这个三地乡啊，都有这个资源，所以我在这里啊，我们三位议员呐、啊，还是啦 啊给你鼓励，给你支持哈、哦，你还是要勇往直前，尤其啊，对我们这个啊三地乡啊特别的关心哈、哦，啊希望
能够在你的这个四年内的整个施政能够好好的来表现哈。我们三位议员会给你支持，我会给你鼓励哈。谢谢。继续，我们请蔡宗志蔡议员发言。感谢哈，伫遮本是要来就教着咱的警察局长吼。顶回伫单位咨询的时阵，本身吼，甲咱曾议员啊，甲咱吴凡文军议员吼，甲你要甲你借一下资料，先啦，甲今日拢还袂提来，请咱局长回答一下。好，我们请局长好。议员蔡议员吼，刚刚提到的那个资料的部分呐，因为我们在5月20号那一天，上午我们在质询完了以后，下午回到办公室啊，都已经交代给我们督察科。那他们在调查的过程里面，还有一些缺漏的部分还在补正啊。那到目前，我在议场这里，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完整的调查资料，所以因为还没有完成调查，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暂时没有提供。你要给我们等几天？那你刚你讲是讲6月3号前完成。6月3号是国民党那一组总咨询，啊，阮这组咧，阮这组你就免提哈。我迄天不是在讲6月3号吗？6月3号是蔡主蔡员讲的，啊，我讲的是今日。今日，哦，那我误解了。是讲恁这局处长，搞阮这新科议员，像阮张议员讲的，搞阮这当作杂务啊，就对啦。我袂安尼做啦。拄只只议员的咨询，还佫局处长伫个台顶伫遐嬉皮笑脸，大家拢吊儿郎当，咱是要来为馆长来拍命。我希望讲，等下吼歇困的时阵，你甲督察科科长叫资料马上后提来，可以无？还没有完成调查，我唔知这资料变。先把部分的资料给我们看一下，可以吗？会使无？我会后我一定会先联络。请他那提供的资料，那我们再看看内容的情况，那我再提供给议员来做参考。您像蔡宜珠议员讲的，你莫相官官相护哦，我这资料归他哦。我在这里公开的表示啊，宣誓，这个案件我一定会完成调查，绝对不会护短。那该处分我就处分。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成立个性啦。希望讲吼，局长，你莫一世英名会败在这个人的手头啦。好，来，你请坐。谢谢。继续，我们请邱美玲邱议员发言。谢谢我们何议长。我就不再一一称呼。我们一个早上都在讨论说我们县长北欧行的事情那其实从县长上任以来，我们都知道县长一心就是想要把我们南投推广为观光大县。那这次的考察行程，刚刚有听县长一一的解释。很肯定县长这次安排的行程，因为我们南投是属于农村，农业大县，那它这个永续生态的发展城市，其实很符合我们南投县来实施。那希望说县长你带领的团队去回来之后，能够好好彻底的去就是可以去把好的取经回来。像污水处理的方面，也知道说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已经有开始在做污水处理。那也希望说在我们县府团队县长他那么努力的推广观光的情况下，各局处能够用心一点，赶快帮我们各个乡镇的污水处理问题能够做好，因为污水处理真的是很重要，要不然现在我们的家户的废水有的就是排在沟渠，其实对我们真的是生活的真的是很不好了，也对整个景观也不好。那这次的北欧行知道都是相关于我们南投县的就是推广，那也真的很肯定县长的作风了，那也希望说县长这么认真，可是我们各局处真的也要努力的用心的配合，然后看如何下去推动，让我们能够尽快的达到说就是南投成为我们的观光大县。在这里也是就是说刚刚也大家有提到说我们行政处真的是要多用心一点了，因为其实县长他很有心的要推，可是问题是
就是包装宣导宣传，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各大媒体就是电视都对县长很不利的言语，然后攻击哈，可是我们行政处这边没有做一个规划的反击，我觉得这应该也要探讨一下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哈，因为有党派的对立，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认为说对县长做的某些事情，他们都一定要否决掉，所以我们这行政处可能要组成一个很强的团队，就像我们刚刚萧议员讲的，要有一个真正可以出来就是公开替县长回话，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哈。那也希望说我们南投县政府的团队也不要因为这次的打击然后就消沉下去，我们要继续努力做给他们看，我相信在林县长带领之下，我们南投会越来越好哈。那谢谢大家。继续我们请黄林君黄议员发言。我们大会主席、秘书长、县长、各级主管、议会同仁，大家好。我要请问馆长者哈，人讲吼，你是做了袂歹啦，你去遐看，你敢无感觉咱南投县的路就对啦，无一条是平，路都不平，做那么多观光干嘛？有什么用？是不是坎坎坷坷的？你来讲你的，咱若要送件予你服务的时阵，你得看者。这国民党的才执行，民进党不做，还是无党的都不做，是不是呢？送件呐，我给你先搞这没？送件给你要给你批准的，请教你一下，县长。好，我们请林县长答。好，谢谢议长啊。那么黄议员，你讲的就我听不啥清楚是啥物？咱即摆来送件来，甲你馆长是要批准的。之前你还没当县长之前，你答应人家做的，你知影路见不平嘛？路大家都坎坎坷坷，有诶都根本就车嘛袂使行，车会行你啦，他还是勉强的走啦，机车也不敢走过去的路，放到你那边从来都没有准下来的，除非是国民党的议员提到你的手，你过去看，你才会做。这是为什么？不是没有这样的，像你像那个黄好多好多真的。你黄眼你也讲哦，真正讲路面海沙吼，像巷道吼，如果真确实真正需要做的话，你甲讲吼，我们就马上可以批准。有些小型工程的吼，小型工程就是我们提案上去就没有做，那隔了一年，另外一个议员再带你去看，你才做。是。我是说经费花支开支的比较大的哈，对老百姓是小型工程的、不，我是应该不会这样的，因为有当时也无签起来跟我吃吼，我嘛唔知啊。那可能我对你误会啊，我希望说以后你可以改进一下。啊，咱的真正迄路吼坎坎坷坷啦，如果你不改善的话，你干啦这应该我不会这样做啦。你真正路遐路面遐海爱空的吼，你若讲哦，公务处签出来吼，我到我那边啦，我看下相片啦。我就会准了。新闻都在报你无？迄个咪报咱南投县？咱新闻敢无咧报咱南投县？坑坑洞洞嘞，一百公尺尔，五十个坑嘞，五十个洞嘞。那个是哪一段都不晓得，因为吼、南投是不知道，我才问你呀、啊。我想问人咧报咱南投县报甲这严重啊，你敢不爱看一下？无啊，这个是不是那公务处知影无？因为那个那是南投县的、啊。媒体报道出来，在因为咱南投县面积那么大，真正有啊！你我刚才超登街你也看啦，无、一段是白啦。市区里面呢，你讲要推广观光，你是不是要先把咱的道路做好？不是那个黄议员啊，是这样啊，市区里面啊，道路啊修补啊是在公所，啊县道的补分啊，哦，就是在我们县政府，好吧？你公所那个不用把它督导。恁即摆吼，恁即摆马上哦，又要核定下去吼，即今年都要核定下去的一挂道路吼，哦，尤其咱咧想讲，较大条的啦吼，啊县道的部分路平专案这吼，我们都已经马上要去发包吼，要去做啊。那希望您改进来去拼观光啊哈，我请一个环保局局长哈，给你请教一下，咱迄保利龙的杯子有没有？是不是？咱即摆是足济足济，非常之济。咱敢有税收？好，我们请。笑一下。黄局长，答。
好，谢谢议长，谢谢王议员。你说拒收要税，有没有把它收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来讲，真济所在的对啊，这保利龙环保的关系，好咱管户给开足济钱的，你应该是爱编嘛，对吧？恁个啦，哦，掠小稻草的，掠黑拢无好。这个环保真正保利龙迄种物件是有够济济的，那搞不好咱即摆吼一台粪扫车内底啦。有一半以上都是保利龙杯子、保利龙箱子，是不是这样子？对，这部分我们会做回收啦，五回收。我希望你们能改善一下，做一下好吗？好，好，谢谢。啊，而且咱感谢咱今仔吼，咱真侪议员针对着咱林馆长这回出国去北欧考察这个问题，甚至咱媒体大片。看出来，吼，咱南投县民的感觉应该是无真好。但是徛伫做议员囝仔，民意代表伫议事厅，甲你吼问恁管路讲，即回你开偌济钱去出国？当然，这拢是预算内议员议会嘛，拢心预算过啊。徛伫一个管路两百几亿个预算，骗一百万个出国个考察，应该是无过分。所以阮遮议员遮，哦，预算遮互你过。因为有议员伫啊，咱议事厅问咱，即回开政府个钱出国，当然议员问这嘛是绝对正确个。哦，议员应该就是要了解讲恁开预算出去哩出去啊考察。有得到什么效果？是不是对咱南投县爱改善无？外国好的，咱甲学起来，哦。啊，是不是双方面的交流？也不一定有好有歹，不一定你今仔去处理管处理考察了后，不一定你甲因的带动，甚至会带动甲咱后摆换来咱南投县。来观光来佚佗，所以这是互相一个宣导，所以应该徛伫议员家啊，伫徛伫民意代表的时候，要问恁馆长，问馆长是毋是要了解恁这个考察绝对正当性？哦，是毋是媒体？当然媒体徛伫媒体的立场，听人讲啊，南投派两百亿嘛是事实啦，媒体甲你砍两百亿嘛无，伊嘛无唔对啦。只是迄个题目，哦，当然看迄个题目，落去食，过来穿西装来佚佗。当然，伊要看伊有一个卖点嘛。所以应该我感觉媒体嘛，毋是讲真大毋对，事实咱嘛已经有排两摆。所以我希望，哦，希望咱县政府，当然，议员讲的绝对赞同你讲，你合法内应该爱做的，你绝对去做。议员嘛拢会听你，议会嘛会听你啦。哦，所以讲应该徛伫今仔演变到这个样，当然是你爱互你百姓南投县的百姓了解讲，我管路虽然无钱，但是我开这条钱，甚至已经真省啊。普通应该一个北欧行十二天，应该拢爱二十外万，恁去开十二三万，甚至恁用公安费拢开七八万，恁家己阁贴三四万。所以这个问题是要让南投县变成了解讲，恁无何必来，安尼就好啊。哦，徛伫立场上是绝对正啊。议员的立场、记者的立场、甲咱管委的立场，所以有当只记者伊就一定嘛，伊无一个标题，人哪有必甲你看这个问题，对啊？明仔拄啊，真侪议员讲的，全国性的，咱南投县应该骗一百万，应该上少的啦，应该是上少的啦。哦，所以。徛伫议会，啥这条预算后咧过，就是认为讲啊，咱就较散，所以咱才会偏食的尔。啊，你嘛，我的感觉啦，议员真侪咧，甲恁问恁咧讲的，伊嘛有影，你嘛真欠啊啦。但是最主要就是，哦，咱县长爱互百咱南投县的百姓了解就好啊。哦，咱开始了钱，出去要看人有较好的，要提倒来咱南投县啊改善无，甚至要甲因交流。甚至阁请因来咱南投县，阁介绍咱南关的好处，互因白河遮个政府、遮个百姓知影。甚至后摆也阁来咱南投县观光，
这才是正正确恁馆长就会处理的目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恁馆长应该啊，报纸先生安尼看啦，伊应该我看报纸看，伊嘛无唔对啦，是迄个用字迄个字体有写了，哦，咱听人讲有较，但是咧徛伫个立场当然啦，一定要有一个卖点嘛。哦，我感觉伊嘛无甲你冤枉，哦，伊无冤枉讲啊，你都安怎？对啊，伊嘛唔讲你违法啦，伊是讲你就是在看落真散啦，负责拍遐车啊，你去去佚佗。哦，咱爱甲解释讲，咱唔是去佚佗，咱是要替咱南投县来拍拼。哦，应该是这个问题尔啦。哦，所以我希望咱县长针对这滴啊，咱南投县百姓怎讲，恁开偌济钱已经足省诶。哦，出去带三年的饭店，唔是带。哦，恁今仔恁若讲出去带五千级的，人别人一个观光团咧开20万，恁共开30万、40万，哦，恁食食偌好啊，大大安尼，咱就有影讲较浪费。有影，照我了解，哦，因为转来陆续议员有咧问我，有去了解，应该恁这团已经算上熟的啊。哦，我听伊讲，有影有议员乡镇长嘛有去，有影讲说一个乡区。有影要说一个乡区夜市，迄落饭店，敢若要说一个乡区，就安尼客袂贵，安尼若手要叮当，就爱去客着。所以讲我嘛，哦，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所以议会真侪议员听你就是安尼，认为恁无话白开。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也希望咱县长媒体的问题，爱互咱百姓知影，互咱南投县的百姓讲，虽然你报纸安尼刊，但是咱无话白来，应该是针对这个问题，县长爱好好去发挥这個，哦。媒体我是感觉媒体本来有，你嘛袂用讲伊唔对，嘛袂用讲伊安怎。哦，伊若讲今仔咱无派200亿，伊甲咱讲咱派200，当然咱就是着急着，甚至嘛应该哦要求来较高嘛无要紧。哦，应该有迄个事实，但是是迄个字体的问题尔，好无？我希望馆长爱好我，咱啊馆长的主办期间针对爱互咱百姓。上主要，咱南投县要做啥，要有南投县的百姓知影，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啊，我们休息十分钟，谢谢。哎，有啊。我是讲吼，头拄啊蔡崇师蔡议员特别有提起吼，迄、那个拄啊咧接顺的时候，有科室的主管对本小组哦，感觉阮。提问的问题有意见，啊是感觉真好笑，吼、哦，迄、那个是毋是连名调大出来，看啥物人，啊，互阮本小组了解一下。好，无要紧，若好会使，好，谢谢，谢谢，我们休息一分钟。
可以。啊，不能这样。请各位就坐，请主席宣布继续开会。啊，继续开会。啊，请石信水十一元。我们大会主席洪议员，我们县长还有副县长，还有秘书长，我们县府各单位主管，这次呢，我们今天议员呢，针对着这个北欧的考察呢，我们原住民呢，都打电话过来，都说这个他们看了报道新闻呢，都觉得很遗憾啊，为什么这个好好的这个考察的目的呢，就是要吸取人家的经验，还有改进我们的缺点，把人家的好的事情呢拿到我们这个南投县来，让我们的南投县来进步，这不是很好吗？但是报纸呢一直报道的这样的情况呢是不太好啊。那我们新义乡的原住民都觉得我们县长任内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工程都完成，而且是一个行动的县长，所以在此呢，我也在这里鼓励我们的县长继续努力为我们南投县来打拼。那在这里呢，我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县长呢，就是有关一些山难的发生有时候这个发生以后呢，让这个消防局的一些成员呢，非常的辛苦，甚至被人家骂。那是不是呢？这个我们在南投县订立一个登山安全自治条例这样的话，让这个登山员呢可以向警察报备然后发生问题，我们会有机会循着这个方向去找，不要造成花了很多的这个社会成本这样的话是不太好的。所以我鼓励我们县政府呢来成立这个条例，可行吗？全会长。谢谢主席石议员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个定期会去年的定期会我们就已经提出了要定个自治条例。那么这个自治条例消防局已经有完成草案了，同时邀请各单位来协商详细的情形到进度到哪里是不是容许我请我们林局长来向你做报告？好，谢谢，请坐。我们局长报告一下。请局长回答。好，谢谢大会主席洪言，谢谢石言有关于订定山难自治条例，现在我们已经召开几次会议，跟相关单位，还有我们登山的管理机构。草案已经在县政府的一个会议完成现在要送我们县政府的法规小组法规小组审议以后再送县政会议，我们依程序再进行。好，谢谢请坐。那我想如果说这个我们条例成立以后呢，我们也可以保障我们的消防局是成员，他们在工作方面有一个方向不会造成很大的误差。好，谢谢。那这几次呢，我就请教我们警察局的这个局长呢。第一点呢，就是现在如果这个警员或是你们的一些发生过错呢，很大的过错呢，还像以前就是把他们都调到我们偏远地区嘛，或者说呢？在里面发生了就马上调到我们新义分局，这个还有这种情形吗？
啊，请局长回答。谢谢大会主席，谢谢我们石议员关心我们这个警政的问题。那刚刚石议员提到这个问题啊，目前啊，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我到任以后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出了问题以后被处分，然后又调到我们的三地分局，目前是没有这种情况。以前呢我是听说过了，就是发生事情呢都把这些人都调到偏远地区呢，我想这样的情况不好。那最近呢我发现啊，这个我们的很多的警察同仁呢、啊、非常的优秀，但是呢就是好像我们里面发生很多的警员就是打小报告达人呐、啊、或是呢不服从长官达人呐、啊、让这些优秀的警察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只好这个服务的气氛呢就降低啊，纷纷呢退休呢，我觉得这个好像很不是很好的事情了、啊、那所以如果有我们外地有这个警员或是发生事情，希望就是在当地呢解决，或是呢叫他提早退休啊，不要呢把他呢一直调到我们那个新义分局，造成我们那个团队的士气呢降低啊。那我也希望就是说辅导啊我们的啊我们分局长啊，希望就是那些有一些从外地调进去呢，后来他更加合不来啊，又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尽量的辅导呢，尽量让他们啊退休啊，这一点呢希望能够做到啊。第二点就是有一些临检的位置啊，好像不太适合啊，这个也要辅导一下。像 POS 啊，他们如果说临检呢，在桥头这边可以啊，可以，但是呢，你这个临检呢，跑到这个部落去啊，在部落去呢，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部落嘛，就没有戴安全帽啊，啊，或是呢有这个满月呢，啊，这个他们就可以小组啊，就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就跑到部落这边临检了，所以很多的老百姓呢被受罚呢，像这样的情形，我也希望能够改进呐、啊，改进。再其次就是。在几次呢，有些乡亲呢就说认为啊，一些开发的那个信件哈、啊，信件呢，希望我们警察局这边跟邮政局啊能够沟通一下，那些信件呢，希望那个当事人呢、啊、能够啊，就是有交给当事人来签收，不要呢就交给亲戚啦、朋友，他们一拿以后一放着，所以很多的啊，我们乡亲呢。啊，因为不知道被记点了、啊，实在很冤枉啊！那所以这一方面，也能够做到。再来在乡下哈、啊，这个很多的喜宴的时候，卡拉 OK 啊，有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啊，所以一直开到晚上十二点还在唱啊。那我希望这一方面能够给在区的这个助手呢能够关心啊，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呢能够主动啊到那边啊去劝导啊，应该休息了啊。再来就是这个乡下有很多的这个道路啊，有一些农民呢这个道路应该是给车子走的，但是有一些呢他们把一些那个喷药桶都放在路边，或是呢有一些木头呢占据这个道路啊，这一方面呢或许这个没有人不好意思检举啊，但是希望我们每一个派出所呢能够看到这个状况呢，能够主动的劝导一下，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这个交通或是观展呢更好看啊。不然的话，这边东一块这个桐子，那一块这边一块啊，那边看起来这个路呢真的是不好看了、啊、所
所以这一方面能够多宣导啊。再来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每到选举的时候，满天的这个选举特别多啊，所以让我们的这个乡亲呢吃不消，尤其是没有的说成啊有的事情啊，啊希望能够反映这个检调单位呢，能够有市政或是政绩啊，才可以把可疑的或是嫌疑人呢能够调去问谈，啊有的乡亲说啊从生出来到现在呢都没有犯过错，但是呢啊这次被检调调去呢，他实在非常的难过，甚至有身体不舒服的啊一个礼拜呢哦都还在发抖啊啊，所以我希望就说今后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呢，能够减到啊最低啊，不要尽量没有事证啊没有证据啊，而且呢也要判断这个事实是不是真的存在，才可以把我们的乡亲呢啊调去约谈呢、啊、这样的话啊这个伤害我们乡亲呢、啊、的无辜的乡亲呢、啊、他们感到很无奈啊，一听到要选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怕啊，所以这一方面呢啊这几件呢能不能啊我们这个局长呢来帮忙一下啊，帮我说明一下。谢谢议员啊、我想这个部分以后我会特别注意，尽量啊、不要发生这种情况。谢谢石议员。好，谢谢，请坐。报告毕。请石庆龙议员发言。啊，到位主席、侯明科议员、秘书长，还有我们县长、副县长，还有各级处的主管哈。啊，我们本小组的同仁啊，那早上啊，本咨询小组啊，哈、啊，很多我们的议员同仁啊，已经对北欧之行哈、啊、这个事件啊，啊，非常遗憾的啊事件哈、啊，啊，我们都表达对县长啊这样的一个不是肯定的哈、啊，就是支持啊。那很明显的这个部分的话是非对错了哈、啊每一个议员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县民心中都自有一把尺啊、哦、那我相信如果县长这次如果说完全站在啊我们就是啊考察的经费啊经过我们议会啊来编列来通过啊、哦那也遵照我们相关出国啊所长或是考察出国的这一些啊规定啊来办理，比如说啊有请公假啊这一方式，我相信县长应该啊很坦然啊也站得住脚啊来面对啊我们啊另外议员的同仁的这些质疑啊，我也觉得说我们议员针对每一个事情都有啊他们的角度啊来做监督跟表达，也不是说完全都无的放矢了哈啊，我相信就是讲对咱管政务啊主管长也是讲所谓主管要出国这个代志，阮会再已经表达就是讲咱嘛是一定爱出去共看看的啊，不管咱管长伫管内啊遭牢固啊，还是讲啊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施政方面的计划或什么的，那当然也要去啊参酌一下啊外国啊的这个啊做法啊来做模仿马后，还是讲啊来做一寡参考啦哈、啊。我相信大家。虽然专业也是讲经验拢足丰富，但是有当时啊，咱去咁参考，这是非常有必要吼、哦。但是我话我要讲倒转来啦吼、哦，我嘛希望讲馆长啊，是啊，咱这局处的主管，你唔好干呐当作讲哦，议员足大声诶吼，可能是爱人甲恁瞪伊瞪倒诶哦，恁只蠢伊哦。啊！因要建议啥，恁就只呼应。
啊，像阮本小组说老师讲的，涵盖面试有几啊个党籍啦，吼，包括无党在内，哦，啊，阮是拢读100%拢新科的啦，哦，所以肯定我的意思就是讲，你唔好干呐当作讲啊，阮本小组，哦，拢足客气，平常时啊拢足客气、足甜蜜的，哦，啊是讲讲话较慢、轻声细语，哦，你就感觉讲啊，这拢免啥干插啦，哦。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咱馆长，哦，尤其是对本小组十几个议员，咱实在讲的，啊，经验真丰富的也有，较无经验的嘛有啦，哦，这个是不用讳言。哦，所以讲真济，不管讲新科，也是资深，也是什么党籍的议员，老实讲，一年啊，一任就四年啦。就任了，就那计程车哦，跳表同款压力，大家时间拢同款，都面临再两年啊、哦，或再三年，就要马上要寻求连任，都甲馆长意思同款嘛，咱拢明算的嘛，咱拢互相。身躯拢对，拢有迄个真大压力嘛，拢卖向咱哦选民，伫这三四年当中，互因有一个真好的交代，安尼伊唔只会阁继续支持阮，对哇？也唔只会阁继续支持馆长。所以我较具体，我是讲拜托馆长哦，平常时啊，哦，嘛爱对本小组议员者哦，输出。更多的啊善意啦，哦啊嘛，会当讲，都在你的时间啊容许之下，哦，包括你的局处主管，哦，拢会当不三时，哦，咱私底下会使做一挂，哦，有关你事情有拄到什么困难，还是讲有需要咱议员，哦，爱来甲你赞声，还是讲爱来去到现场，哦。来去会勘，也是讲来去进一步，哦，将你的政策来向咱的官民来做说明，哦，来排除一些障碍，这种你会使主动来跟咱，哦，做一个更加密切的，哦，更频繁的沟通嘛，互动嘛，哦，我相信我的建议，哦，应该是一个来讲来讲正面的，哦。卖讲啊，阮议员啊，拄到定期会要搞啊，临时会要搞啊，才叫才局主主管啊，三工前啊，才分别去拜访个别的议员，讲啊，恁啊，即回定期会敢有要对阮局的吼，啊是搁对阮厝的业务啊对咱管政有什么啊意见吼、哦？我相信那个就比较形式的啦。哦，较清晰个啊！哦，阮也是讲，你馆长吼，咱嘛是认同讲，府会是一家，哦，对馆长来讲，要予馆长来顺势来推动，馆长你就是爱奠定你一个，吼、哦，胸襟甲伊一个，哦，这个，哦，来讲企图心出来，啊，这个企图心出来的话，你当然要，吼、哦，有更多的。啊，咱议员议会同仁啊，能够来支持你嘛，吼、哦。所以这点我伫遮我阁来做一个吼、哦、一个啊说明吼、哦。那伫这个事件，当然拄只阮其他议员当然嘛有提出帮你提出检讨啦吼。上针对的当然是新闻行政处这个部分啊、哦，做咱馆长吼馆长。哦哦，是讲咱县政府的化妆师，哦，这个、部分确实有去真正发挥出来无？我相信新闻处长吼、哦，你爱好好来检讨哦，你莫大概哦，不管倒一个局处哦，按照咱哦去年或者、哦、前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啊初步的考察，啊你都去。哦，啊，你落去，那讲人讲，回来了，当然，这个部分的话，考察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啊结果
哦，新竹单位管理伊一定想讲啊，这上起码就是你新闻处长，你在现场的时候，你在出国这个期间，你要把这些相关的资料信息，包括哦，我们受访国的这些接待哦，他们所说明的、所提出哦的这些，要我们去考察的这些内容，你就是要事前跟事后你都要有一些准备，然后我们是不是计划处哦，是不是你都要做相关？这个部分是观光处的业务，这个部分是农业处的业务，安尼落去哦，很扎实的。拄啊，院长嘛在讲啊，大家拢唔是讲反对哦，咱管府首长啊是讲。这个相关的局处出国，包括议员出国也是一样，拢是要去外国去出境嘛，对吧？但是咱这个经费，当然皇宫啊欠两百亿，啊，搁在安尼不时在出国吼，开啊侪钱出国，这是啊、哦，当然媒体咱嘛袂使怪吼，因为拄啊议长嘛讲，他们是希望说这出去的新闻呢啊，也要有一些。噱头然后卖点、哦、这无可厚非啦、哦、但事实上我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口、哦、您处理这抓在事前要经过议会来编这个预算让您出国您有评估说这个这次去是要针对什么要去人提什么东西回来、哦、来做我们管定四年时间其中，哦，比如讲沙雕也好，还是讲恐龙，哦，这个园区，诶，来做餐桌嘛，哦，包当然包括文化垃圾、文化炉也好，还是讲啥，哦，这个才是你们考察的目的。官民要爱，不是讲惊恁开支，官民要爱就是讲恁有去评估，有去做这款的哦效益无？哦，效益方面的这样的评估，事后回来了是不是讲啊？大家哪会讲哦？出去回来了，足忝足忝啦。然后一礼拜了，考察来遐所有物件都拢怎啊拢放伫抽屉里面，甚至经过一年以后，也都忘记了，都没有拿来说啊，真的给县长来做一些啊、哦、具体的啊、哦、来做参考嘛。哦，县民要的是这样子啦，哦，所以。咱考察回来了，咱按照咱的管府的机制，哦，应该是新闻处、计划处，哦，甚至于说啊，交给我们相关，也要去进一步来啊参酌啊，来去付之啊实现的。这个部分，咱都是爱报告啦，相关的迄条拢爱提出来。安尼，你面对着。哦，有意见的议员，因的质疑啊，是讲面对着咱媒体啊，这个质疑，你唔只有物件通，有这个正当性，有这个正确信息资料，有通提出来回应。哦，你唔好讲啊，吼，这个较大声的议员，合者恁都啥拢袂晓讲，啊，就讲唔对。啊，那是你的海关长呢？哦，像顶刚民政处长。哦，你答复的，说真的，也是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好像中间真的有问题、啊。哦，所以我希望讲，馆长对于咱啊，所有局处长这个部分的话，螺丝搁收下呢，啊，螺丝搁收下呢。顶刚第一小组审查，我有针对讲啊，咱企划处针对议员、电机会，啊，是讲临时会。啊、哦，书面提案跟口头提案这个部分，你计划处一定要做相关的内管。哦，唔是讲清清菜菜要开会前提一个簿啊，讲啊恁针对议员进前来电机会跟临时会啊，清菜菜列些执行情况。啊、哦，说真的，从里面我那天也讲，我根本看不出来，你这个后面农业处他回答了以后。他是不是后续他要继续再办？我嘛唔知道，
我想你嘛无去盯，你嘛唔知。有些情况啊，言语啊，或者是争取中央经费，我只争取一年啊啦。我们议员有什么进一步的限制？无啊。我那哦，这资料一大堆，狠狠的讲，哎，啊有这件，我顶该咨询呢。啊，讲要向中央经费进一步争取经费，迄一年啊呢。我那有偌济一年通过啦？所以县长，我是要拜托吼、哦，就是讲这个部分，你也像我等下举个具体的例子安尼，好不吼？去年啊，真济我无做诶，我拢卖搁讲啊啦吼。像最近诶吼，伫三月，针对着是讲这个啊，开始哦。瑞潭环湖公路啊、哦，公车啊，即我一个书面提案哦，三月七啊、哦，我甲咱管府建议哦，啊嘛征求一管处来甲相关的单位来啊进行现地的会勘，结果即个4月20日会勘了的会议记录哦，这你嘛无咧管啊。对吧？这有在管的哈，这一件是有在管，但是那个答复真的是非常的荒谬，等于恁咱管府甲机关处，哦，就讲啊，这个密室的所在，恁有叫来做哦，地啊做救国团，哦，那是不是要进一步怎么样去啊来做啊转租哦？还是讲，予咱管户来去施作啊，对吧？啊，这后边嘛，到即马5月底啊，也没有进一步结果啊。我若无讲，我相信，干年底嘛无结果。有关于纳入岛哦，这个部分，我嘛是建议讲，哦，是毋是来导体来甲扩大，哦，宽度来甲增高，啊无即马安尼看起啊沉沉啊，哦。从那个游艇开过去的那个浪啊，那个冲蚀很快，那个岛就会不见了哈、啊哦。这个当然嘛，会同相关日管处啊啥哦，这个、来做一路。啊，这个岛哦，下面几年要稍微再用心一点。这个拉鲁岛在六七年前哦，已经从这个日管处啊。要拨给人民会啦，哦，所以这块钱做应该是属于人民会，哦，所以讲你甲回答讲啊，这个麻烦是不是恁日管处爱去做这个代志？那没有，哦，这个不大正确，所以我拜托局长，你去跟人民会讲，哦，六年来日管处要拨后裔哦，什么资料拢送我人民会啊。我民会既然他不接，哦，对我跟你讲，哦，情况事实是这样，啊，不接的原因，伊就是歪，而且因为过加一个岛，也是讲加几百平的这个土地啊，伊爱过设一个什么啊，类似管理处啊啥，都这样，那很荒谬，哦，民会这个就很荒谬，哦，所以你啊，安尼不的是。这个根本没有办法去，要由谁来做，根本都阿无法度去确定嘛，哦。另外就是那个关于日月村啊、哦、这个部分商圈，哦，这个游客所丢弃的这些垃圾啊，真的足头疼，这嘛几啊年的代志，他想无嘛有十年啊，因为就是讲，恁即马公所的清洁队，伊是干哪？负责收咱家庭的这里哦，做垃圾尔，他根本没有人力哦。伫这个商圈，我讲的讲公共范围啦，公共区域。当然，我的店口我家己扫，迄个无会讲嘛。我厝的门口我家己扫是无会讲。但是，公共区域变成你若连续假日啊，是讲这个哦，让游客真济的时阵啊，遐就变垃圾堆啊。
啊，迄食要来拼，对吧？当然，这个部分，那么请管府、咱环保局、各入管处、各公所，哦，大家来去现场会勘啊，包括地政处嘛有，哦，那么会勘的了，大家踢皮球踢一踢，这个回归到原点，这个问题又回到原点，就是讲，拢无人无一个摊位要处理啊，一个讲无钱啦，哦，两个讲无钱啦，无经费啦，啊，一个讲唔是我的钱做啊。哦，像安尼咩，像都是局长昨昏讲的，你规矩管路，你规矩，愿意看看各乡镇的那个清洁队的这个工作，是不是收为我们县府来哦承担来负责啊？我嘛足同意啊，因为这个问题吼、哦，你百姓也是游客，伊无得爱管啥啦，伊讲啊，这恁哦。管政府哪会拢无咧关心这个问题，对吧？所以，伫这个部分，我就是该讲，恁管府啊，拄到基础拄到问题，你一定爱就你的前组的部分下去啊，还是说啊，拿两个基础去合作嘛？你一个塞一个，啊塞到尾啊，那。工作嘛是同款，规定无在了处理啊，啊无在处理，在百姓啊拜托村长啊拜托代表，哦啊因就你讲啊这块着基层的问题啊着拜托因头啊，啊因嘛无在了处理啊，伊公所伊讲伊无经费当，但伊阁请一个来大阿平啊，啊嘛无要塞粪扫桶啊，粪扫桶哪有塞，满起嘛无人要收啊，哦。所以像这个问题，我是觉得说，现场你有很多发展观光跟发展农业也好，哦，或是我们县里面的很多的地方建设的问题，啊、哦，诶，施政也好，真水真漂亮，无唔对。但是现有真侪问题，我相信各局处都知道问题有哪些问题在哪里，存在多久了，有没有去认真一一来解决？都像我拄仔讲的讲。咱直直提议，直直口头质询，啊，恁嘛无要用心来做记录，啊嘛无要用心来做一个恁应该做的这个机制的这个列管跟追踪。我讲啊，大家拢伫只表演尔啦，对吧？定期会伫只临时会伫只，咱都互相伫只表演尔嘛，表演互全民看尔嘛，是不是？那这样的话。抚慰一家也没什么用啊！你莫怪讲，清清菜菜讲啊，创一个白屋，安尼个你母的夫妇的，个你清菜少少的，对吧？咱就管户的形象就受到这么大的损害啊！所以恁局处长，恁今天我建议讲，院长你今天爱要求因，虽然拢按随时都嘛拢心态。都在平安，哦，有关的问题已经存在很久啊。恁爱随个随承认讲啊，这是属于我的业务范围之内，我要赶快去主动去解决嘛，不是讲大家都拢等议员，啊，这才让议员感觉讲，啊，恁拢干呐？哦，你们是有党籍的那个气氛，哦，是国民党的。提案也是讲质询，恁这会定金，啊，这样随时去做，哦，啊，是讲较资金要提，你会予阮感觉讲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跟误会嘛，哦，现场我拄则安尼林林总总，哦，大概我也没有办法一，今天我也不要一针对哪一个局处啦，我希望讲。你就我拄只讲的只，馆长你是不是赞同？你甲做一个，吼、哦，那伊讲你去勉励恁这基础嘛好啦。好，哎，啊，请现场回答。好，谢谢主席洪议员哈、哦。那么徐议员所提出来的哈、哦，这个意见相当多哈、哦。啊，我比较在意的哈、哦，希望能够赶快去执行的哈、哦，就是我们那个光华打哈、哦，我们纳鲁打哈、哦，那个非常重要。
因为啊，即位刚才你也讲过哈，啊，无经去个修理你的好，即船啊来来，啊个一直无去，啊，所以这一点啊，我们请我们观光处或那个移民局哈，因为这个以前啊，我记得在我在当立委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副总统啊，啊，我们的副总统吴副总统他也说哈，这个光华岛怎么不赶快再把它复建起来？哦，当时啊，那个风管处的张处长啊，他是说，因为要把它复建哦，他好像是说我们少主啊，说他是他们的主魂不能动啊。如果说经过我们属议员你协调，愿意让我们来复建的话，哦，我想这个我们马上可以来行动。好了，馆长哈，拄啊针对我拄啊讲的垃圾问题的咧吼，游客丢弃的垃圾问题在商圈那个。迄起来讲，你要要求讲三千，哦，三千这个就那一个社团嘛，吼，啊是要求公所吼，这个好像都有困难啦。我本来我嘛希望讲，甚至讲环保局，你看是不是啊？我们府内哈的这个预算哈经费看是不是有法度去啊跟啊要请一个。诶，雇人员还是临时人员吼，一日就好啊。你逐早起去啊，拼拼，啊，然后困困的，单刀手刀来收走哦。那么环保局讲伊无钱啊，哎呦，爱过去啊，中央政府哦。那么我个地政处讲，那是不是地政咱岛啊所的迄个重建基金跟？你是为这个日月村的岛啊所重建你只哦？都是计划了，你才有这个基金嘛。啊，这基金敢，可能拢规年拢喺伫遐。啊，恁讲要用才会使用，啊，来用伫这个部分先来注意安尼，嘛无法度吗？我想那个徐远这个问题啊，垃圾的问题哈，我想我们可以请，因为最入一谈啊，地区啊都是风管处在负责管理。我想我们是先来跟风管处谈，你们能不能够给我们维护好？啊，如果你们不能做。啊，是属于我们县政府要做的，我想我们不会推迟。好的，麻烦馆长对这个问题吼，我是希望讲你会当赶紧来去啊做一个啊详细了解，啊真正提出你的气魄甲迄个吼，做法出来。好 ，OK。好，咱这个村民吼，尤其苏村长嘛拢冇咧收啊。好。大概我讲，啊我嘛甲管府甲一管处我拢。拢提案过啊，但是大家都拢提到利益利益啊，吼、哦。我来负责啦。好，多谢馆长，谢谢，感谢主席。啊，请简世生议员发言。啊，今日吼，我要针对着迄个周议员，伊拄仔特别交代吼，啊，伊咧讲的话，咱各位议员咧讲的话吼，我希望咱各处的处长吼、局长吼。确实，拢要重视着咱议员所讲的话吼，莫讲去听去过吼，唔好啦。吼，咱恁拢有共领薪水，领着咱县政府的薪水，恁拢坐着高官的啊吼。我讲恁的处长级拢就是上大以下位去的啊吼，局长级的吼，恁拢算讲，伫咱南投县民内底吼，确实咱议员的建议，咱来共重视。吼，莫有大概有议员讲，我大概开议会讲啊，讲就煞，啊讲就煞，还佫等后会下议会继续过来讲这代志。啊，你嘛是讲空等的，啊，我希望咱这各处的处长吼、局长用来替县长来做一寡代志吼，这较重要。啊，过来咧，我是要针对着咱即卖卫生吼、卫生方面吼，即卖雨神特别侪啦，啊，本身拄啊一日间嘛咧拍雨神吼，啊，这环保的部分吼、我是希望讲咱环保局长吼、啊，我进行这两天我甲看咱议员伫咧建议吼，咱咧。咱的垃圾诶，这个问题吼，各乡镇的粪扫这个问题吼，各单也无落解决哦，拢爱扯去别位。啊，扯去别位，今日嘛人嘛无爱甲你收的时，看人的面色的时，以后要安怎？这个是真重要的问题啊！这咱的民生问题啊！卖讲干阿讲想讲啊，种塌掉就好，塌掉就好啊！你敢知阮草镇的粪扫蹲偌久啊？可能南投县的粪扫可能是阮草场的粪扫，可能蹲上济啊！你讲呾住伫北四南啊遐吼，遐乡亲吼，自甘嘛闻着遐粪扫的味啊，遐臭味是外臭，你知影？我请环保局长起来一下。啊，请环保局长回答。
谢谢大会主席啊，陈议员，还有那个检议员的指教，超度目前现在差不多三四千栋。哎，啊，跟咱拢个未清，要未清。应该能够，因为金门龙的税收，其实每一年，其实现在中央其实也知道这个问题，最主要容易税收港这个时间哦，以及嘛，他们在希望能够协调，也税收时间能够错开。哦，一般来讲集中在这些时阵。无啦，我今仔我的意思吼，我的意思是讲吼，恁粪扫甲炖拢无法度讲随车类，就是处理掉。你转运站是无要紧，看马上是处理掉的臭鱼外臭，你知啊？啊，我请环保局长哦，你想讲去遐甲带一工啊吼？啊，我来遐拜托你去遐带一枚就好啊，吼，你遐带去遐片看卖，吼，臭鱼看有芳啊臭。吼，我是希望讲你要重视这个粪扫的问题吼。这个好事嘛特别多哦，你讲不管去个殡仪馆啊，倒位，你敢不知迄企业无在有坐呢？好事是有坐呢，咱的环保是有歹的。即么全馆来当来讲来讲啊，最主要嘛是干那伫草屯啦，屯较大部分啦，因为比较较歪的溪坡一边哦，就讲就相对我们在调度上来讲，就是讲草屯哦，就南投来讲，其实南投也埋场更近的。所以我其实我伫调度上，我希望讲，伊的伤害更较减少较低的所在，较钝安尼啦。啊，你即摆以后人个白关市的嘛，无爱甲你收咱南投县的粪扫，你变安怎？你变咱按什么车拉去，还是搁钝起来？所以县长伊就讲嘛，就讲环保局只是讲我们未来啊，伫第几间我希望讲能够再做更多的减量啊，然后跟我即马甲苗栗跟签约的区域合作哦，一百栋拢做稳的，其实是大东西甲咱签约的过程当中有种毁约啦，所以中央其实他们也会积极介入协调哦，就讲区域合作就讲，其实咱刚两百五十栋啦，苗栗一百栋车是无问题，即个问题就大东之间四十栋甲咱。这我拢知吼，即马这个问题就是讲。你嘛要有咱南投县家己讲，莫依赖别人嘛。你敢知影咱一年干粪扫钱要交偌济出去？交互人收的钱要遐要交偌济出去？所以这点，阮就是有一个所谓较新的吼，叫做垃圾前分类的减量的一个设施啊。阮即摆嘛咧积极在进行。老阿，恁遮有一个真好的计划吼，这粪扫是一个较大上大的问题吼。啊，你讲北市咱嘛土城迄方面，下你毋知影味偌臭。迄味偌臭，你毋知真正。我有当时我们来邀请你吼，来遐带一暝啊吼，来遐闻迄味吼，咱看咱遐闻会感觉安怎？我讲你爱去地方多了解吼。即粪扫较是咱目前吼，目前有咧去化啦，慢慢有咧在做。就讲只要这个月底税收完毕以后，我们其实可以在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就全部把它清除完毕。是毋是讲咱有较好计划吼？啊，以后莫仰赖别人吼。对。我相信讲吼，咱南投县吼。诶，粪扫卡是你用家车去别位捡，你嘛甲人无好啦，嘛讲诶，动起来我袂来收啊，今日换馆长头壳莫来收啊。就你的知识做这点做。哎呀，这咱咧大家去共同爱去甲了解哦，是甲馆长所了解一下吼，这粪扫看要怎处理吼。有这点我头壳甲你报着讲，阮有较新的做法，就讲我们要做全分类啊，就讲搁较油的部分，当改减量到我们一天大概只到100到150吨。啊是啊，我从你即摆。八栋以上啊。你即所以讲草屯的粪扫吼，你毋知影有真侪话题去用做甲馆长的身上来无？馆长足可怜的，你敢若自己敢毋敢人个粪扫车袂去，拢在怪伊。你人要车伊啊蹲到一堆垃圾山咧，啊遐人敢伫遐咧骂。啊，所以真正你嘛要了解吼，啊，所以咱今日我做议员的人，我嘛希望讲，我是来监督恁，监督县政府无毋对。我希望讲恁咧确实咧重视着议员所讲的话。啊，莫像讲咱这就原拄仔咧讲的，议会开的先讲，啊，大家看伊看伊啊，啊，惊嘛无来问迄条，我算我较好运啦，会啦，吼、哦，会坐一来问吼，啊，好啊，麻烦恁大家真正重视咱环保的问题，好无？好，谢谢。啊，请肖志贤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啊。啊，我想啊，刚刚在休息之前，我特别要求。议长啊，针对之前蔡总之议员所提的那个监视录影带来收集哈、啊，谢谢秘书处议事组这边跟我们秘书长啊，已经要提供名单给我哈、啊，我想啊，今天算开议的本小组开议第一天呐、啊，我目前不追究了，我想啊，到最后一天啊，
最后一天，假如各位主管的表现还是 得不到我们同仁的肯定哦，我们到时候再来算账好了哈、哦。啊，针对刚刚我们石基隆议员跟我们简世恩议员啊，有提到关于垃圾的问题，其实苍蝇的问题啊，在之前各审查小组在讨论的时候哈、哦。大家都归咎于是因为那个生机问的问题啊，啊，跟农业处这边也做个很深入的讨论了哈。啊，我是讲今天好行济哈，佮影响到咱的观光，啊，环保的问题哈，好行用济哈，哇，诶，生机问用济哈，不仅会生好行以外，我希望在环保的部分哈。可能对整个我们土壤哈、哦、重金属的污染的部分哈、哦，诶，应用非常的深具的哈、哦，有调查过哈、哦，有用生机粪的农地哈、哦，有长期使用料哦，有80%哦，都可以测出那个重金属的污染。这部分我想要来请教环保局长啊。你也针对农民使用生机粪啊，影响整个环地污染、土地污染的问题哦。环保局长，你有什么看法？这样，啊，请局长回答。其实我就赞同你讲这个议题哦。最主要，其实我们对民间地区啊，我们长期做过地下水的研究啊，其实有做这含氮的那个硝酸盐氮的污染的问题，所以主来最公司的将那水引水再从水里引到那个南投来哦。就讲伊地下水其实有足大的污染的，但长期用生机粪，其实对不管在农产品的那个附加价值跟那个经济价值来讲，都是低落的，而且佫组成咱地下水的污染。所以，我讲你种议题，就讲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思考？我们在农政单位讲本务啦吼，一旦讲要求在农民当用一种腐熟以后有机的一个部分呢，比较好能够卖过用这种污染的咱的土壤安尼。就像其实你讲你本身伫去年嘛算担任秘书长嘛吼，我相信生机粪的问题吼，除了是咱环保问题吼，包括农业处这边农民喜好使用，还有造成饮水的污染吼，包括环境卫生，过来苍蝇的滋生吼，影响到咱整个观光的产业吼，这连接吼好几个局处啦，我是唔敢。麻烦管定委员说明一下吼，针对横跨那么多个局处吼，对农民使用生机粪啊产生整个，包括环境啊、环保，还有观光，还有整个卫生的问题吼，现场你敢有啥咪比较好的策略，怎么来统合，让我们的农友吼可以少用生机粪？啊，请县长回答。好，谢谢主席洪议员哦。那么萧议员所指教的哦，这个生机粪哦，造成环境的污染啊，说实在是非常严重。就像任何地方哦，创个生机粪的，决定何时造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是朝几个方向来努力哦。第一个，那就是讲哦，看咱南投地区哦，有人要来做生机粪发酵的工厂哦。如果有的话哦，因为生机粪发酵工厂哦，如果用到农地。我们还是要给它配偶变更啊，变为农业设施，然后再容许它去受制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在找对象，有没有人要来投资？如果有人要来投资的话哈，另外我们就在南投县啊，有养鸡业者啊，就是希望他能够啊，透所有的生机粪呢，一定要交给这个发酵的工厂啊，来卖给他，然后有发酵工厂啊，发酵之后。然后再卖给我们这些农民，就是一个解决之道。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哈、哦，来请哈、哦，来做这些农业农机这些工厂啊，看我都研究讲吼、哦，即摆生机粪就按介挖吼、哦，被挖空的了吼、哦，迄个同齐看等讲哦，生机粪下落啊土就是个暗起来，吼、哦，如果话生机粪哦土暗起来就不会有苍蝇，哦，所以我想这方面呐、啊。来研究啊，看是不是农机业者啊，能不能研发出来这种东西？如果这种东西的话，咱的地吼拢规个嘛吼，啊，就伊有个机器有轨吼，啊，生机粪对看了数据，生机粪讲对个空气里了，后边个一个机器讲过啊，淹埋起来，吼、哦，
像一贯作业哈、哦，如果能够把这个机器研发出来的话，也可以先解决这个一部分的最，但是最重要的是讲，爱有人要来投资哈、哦，这个生技粉的工厂，华夏的工厂。我啦，馆长，其实哈、哦，在咱全国哈、哦，我在网上看的资料哈、哦，咱宜兰县政府的100年的心哈、哦，因都首创哦，公告全县禁用生技粉呐。啊，因的办法是安怎去使用？我希望讲安怎去立定的哈、哦，是不是嘛？管政府这边做一个了解，认为我们南投县有没有可行哦？啊，很可行。啊，怎么被客家农友乐于使用？像你管政府讲的，除了农机的开发，啊，是讲那个生技粉把它变成改用熟悉粉，哦，这种种哈、哦，可能拢爱透过咱大家共同努力哦，整个环境甲营做一个改善啦。好不好？好，你用先参考一下，看人安怎去做改善呢？因为我因咧改善了吼，伫短时间之内啊，安尼吼，伊个苍蝇数吼都剩10%尔。这个麻烦县政府正啊，做一个关心甲用心。卖讲当年吼，这个时间点吼，就是好心甲笨手安尼。好吧，馆长请坐。我阁继续召教我们环保局长吼、哦，粪扫的问题吼、哦，现在伫顶届黄局长的时吼、哦，现在就问题嘛足大。当时是我会记得吼，去年电机会伫遮，伊嘛伫，嘛是阁提到讲，因为咱的粪扫吼，因为拢爱外运，因为爱外运的问题造成，所以咱就像前议员所讲的，咱拢互带掉哩。咱也唔甲恁收，咱就无得车。啊，即摆要求各乡镇做垃圾分类，严格要求，我感觉是有改善。啊，唔过这种事吼、哦，真的缓不济急。反正物价，包括你环保局长，你整个当时是我嘛有提起讲，我们怎么做一个长期的规划？哦，长期规划从咱家己有法度，为有啥物办法，用消化一寡咱家己自己每年。每天所生产的垃圾，我记得民国90几年的时候，迄阵环保署嘛，跟咱管内无焚化炉嘛，焚化炉因起作济，本来上早是要鼓励各乡镇有小型焚化炉的，诶设置，啊，当然迄阵办法无使用，啊，即摆你感觉安尼这可行无？嗯，来，啊，请局长回答。谢谢党委主席，也谢谢那个议员的指教，我想。过去是安尼，我其实嘛讲一个缘由啦。其实包括本来有文化炉的设置，当时嘛我做局长，又是中央停止新建我们的文化炉，所以今麦中央有责任讲要甲咱协调外运，是安尼来。伫民国92年的时候，伊甲咱停建，哦，啊，就讲本来是安尼做，啊，结果今麦伊无法度甲咱协调嘛，哦，所以中央咱今麦运输费用拢是中央专业补助的嘛，哈。但是今麦是问题，为什么头拄啊？检疫员搞啊，机构，伊讲为什么蹲伫遮？是中央要有责任的来。当时在整个会议当中，伊甲咱听见的附带决议就讲，一定爱甲咱的粪扫用找去处去甲咱消掉，再甲咱听见哦。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南投县政府也是不同意他听见。目前嘛，局长就是今麦的讲，等看中央因为甲咱补助这個，所以咱就无实现焚化炉。哦不，今麦我今麦是要去回答第二个问题嘛？你讲，其实咱嘛是足积极哦，来，咱袂用看别人的面色嘛，因为馆长。我做局长开始，管理都一直支持讲，你安尼一直看别人的面色，你将来变安怎？哦，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一直积极在筹划跟规划一个叫做前分类厂，就讲、是、类似像在欧洲地区的一些让垃圾能够分解，能够筛选的更细啊。尤其在农业的废弃物部分，我们可能将来可以一并解决生机粪的问题。哦，我将来比较遥远的叫做就是中长程叫做什么生殖能的中心呢、啊？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是焚化炉加把一些农业废弃物啊，也把一些都能够做一些消化掉的，全面性的做处理啊。所以这嘛是讲，但是时间较长，但第一间我得讲，我们能做的就赶快能够来跟地区性的签订合约啊，能够去化。那中长程的讲，大概咱第一间先做全分类，过来就做生殖能中心了。对，我是麻烦你讲哦，请你多多思考怎么去。处理这些垃圾问题，哦，目前现在只要税收啦，咱只要税收的时，现在管来粪扫来炖的是很深恶臭，哦，包括你有没有邀请你去现场去感受一下？
我就去年直接伫建工所嘛去以色列参与一项水处理的县政府县长伫施政报告时嘛要提出一个看法哦，啊是毋是有可能？我直接工所，敢很有意愿想要去推动哦，啊这部分你嘛能做一寡了解？有啊，伊人讲哦，伫粪扫的问题，每年这个时阵。会用有做一个实际的改善，莫阁大概遇到税收，恁提出来的税收的问题，予咱讲咱粪扫无底去，只好暂时蹲伫馆内，啊，造成几个整个环境。这点我甲你报告，最后一点报告就是讲，其实伫第二间，阮希望是甲迄掩埋场会当阁活化，就讲用做这个紧急应变上，在咱有个掩埋场其实还有容量的，所以其实用紧急应变，这是阮第二间会当做的。就讲，咱即马车无乱的，让你掩埋场重新。中央也是同意，在紧急状况下，我们可以再使用这些掩埋场。然后你即马对大型啊，像你讲安尼，这大型家具废弃物的部分，你即马环保局态度是安怎？大型家具废弃物啊，目前国前一堆拢在收啊，哈，拢在该收，拢回收啦，拢在收。好啦，啊，谢谢主席哈。啊，请李朗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洪议员。以及在座所有的辛苦了，午安，时间又快到中午了哈。在这里哈，其实早上探讨了很多我们北欧之行的这些问题哈。其实行政处这边不是没做，只是或许做的还不够啦哈。早上有听我们林处长的报告，其实我们该做的也做的蛮多的哈。在专业领域上也是很积极的作为。至于说媒体的评论，可能在这方面要加强与媒体的这些互动，我相信我们还有改善的空间，还有努力的空间。其实在座的各位都是县府团队的一级主管，也是县长所倚重的一个团队，也希望说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战力啦哈。为了我们南投县民大家共同来努力，其实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才哈。其实在这个团队当中，把人放在对的地方，才能够做对的事情，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这一点我相信都是经过在座各位都是经过县长百般思考之后，所以才把各位定位在这个位置上，我相信大家都是最优秀、最专业的哈。所以期许我们这个县府团队能够更加的努力，能够为我们全体的县民继续的来打拼哈。在这里我也延续一下我们环保的这个议题。其实在这个会期当中，在前几天的这个会议当中，大家。很多议员所关心的就是我们环境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的病媒蚊的滋生，我们的小黑蚊的猖獗，还有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苍蝇，其实这个也是困扰环境最大的一个难题啦哈。大家都碰得到，其实在我们四周，在我们周围尤其在近这几年来哈，深深的能够感觉到我们的蚊虫真的变多了哈。尤其早上在一些讯息的传递当中，埔里的蚊虫滋生也是蛮严重的哈。尤其哈是在夏天的地方，只要有水有植物的地方，我相信都是蚊虫滋生的一个滋生源也是一个喜爱的一个地方。除了我们自身的保护之外，在这方面可能就是我们县府的这些团队，尤其是环保卫生的这一个单位，也希望说能够想尽办法来解决这方面，当然是不可能了哈。我们尽量做但是要做的让大家有感，要有作为。在这边哈，在期许。还有另外的，在我们的环保局的工作报告里面呢，哈，在230页的地方，其实对于毒物的管控，我相信在各方面都有在做哈，尤其是在厂商的源头这边的管控，我是不是能够请教一下局长，趁这个机会做一个宣导，
我们目前所管控毒物管控的是朝哪一个方向？是哪几类的药品做管控？请局长。请局长回答。主席，洪议员，那我想也回答那个林议员，我们其实毒性化学物质是依照毒性毒管法的规定啊，它有四大类的那个毒物在管制的。四大类啊？是哪四大类？我可能要查一下资料了，因为管控资料的那个。对，我比较希望的就是一个正向的宣导，可以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说哪些药品是我们所接受控管的啊，农民在这一方面的用药安全该怎么去注意，这个我相信是比较直接的。那么局长请坐哈。其实环保局的业务相当的多，尤其是在我们这方面，还有环境保护，空污也是大家所注重所重视的。在上一个会期对于 PM2.5 的这个议题哈，很多的议员都相当的关心，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呼吸空气，我们的口号也是说呼吸新鲜的空气，但是往往哈，我们周遭所接触到的是一些脏空气，还有不单单只是境外的，还有自己本身所制造的这些空气。其实环保局这边我上次在活动当中，现在的公部门跟以往公部门的定位不太一样，就是走出，就像学校一样，必须要走出校园哈。还有结合社区做许许多多的宣传跟活动。在上次的活动当中，像一般的社区活动大部分都是在假日，所以我们公部门可以说是无休的，全年无休的，跟民众站在一起，跟社区结合在一起，趁这个机会也是做一个活动的宣导。我在上次也碰到我们环保局在假日的时候跟着我们业者结合做一个空污的宣导，我觉得说他们表现的真的不错，大家尽心尽力的哈，所以说公部门的服务也是像 7-11 一样全年无休的哈，在这里跟各位做个肯定，也跟各位说声辛苦了哈，大家为全体的县民继续打拼吧，谢谢，谢谢大会主席。啊，请洪军议员哈。大会主席哈，各位议员，就那个环保啦，咱即摆环保唔是有一个环保那个垃圾转运站。转运站是好像是只有设在南投，啊，即摆伊个补助干咪一年有1亿多嘛？干会使讲有咱的环保讲，你用归类，比如讲阮臭屯只啊粪扫只啊载袂去，转运站不要只有一个地方。啊，招标嘛，卖讲一间公司俩，即种话一定要拖出去，要让大家都知道讲，咱有一个转运站这个物件嘛。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哦，有一个转运站来收这粪扫。有招标，如果可以的话，让南投县做回收的，回收现在有60，一定是说60家，其实不止啦。咱的回收家是有够多，咱超准算起来，甲南投县可能一两百间有，登记的60家而已。我说希望讲环保局你也再注意稽查，让他们都来收我们的垃圾，让我们垃圾转运出去。你现在就是中央已经包走咱一瓜嘛，可是你只有收南投的。我超短笨手你不要出小意，对吧？这样子也是没有用啊！我拜托讲吼，大家讲吼，就相关单位环保局局长、县长积极来跟斗三工一下，让我的垃圾讲有法度处理掉。卖讲不管是臭干嘞，讲拜托去恁遐叫恁去大一下，对你们也不好，对我们也不好啦，对吧？啊，个鸟屎的问题，已经甲恁讲足侪，甲讲要2年啦。你哩哩讲爱鸟人士，叫恁袂使掠鸟，我无叫恁掠鸟。只是叫你们处理一下，网子不一定说网子要小洞的嘛，你们可以用大洞，它就不会休息在那，不要给它进去就好了。真的，鸟屎问题足严重诶，好，阮草屯真正大家人真正足艰苦，垃圾又多，鸟屎又搁侪，飞到四界拢总是，你是要叫人安那生存落？卖讲叫你去遐住一天啦，你甲人去遐经过，哦，你就惊鸟屎滴伫你的头顶啊，敢毋是安尼？再拜托环保局跟那个县长。考量一下，为我们草屯做一些事情。利用转运站，不要只设在那个南投，也可以设在草屯。
因为你这是招标，中央购买所补助，你们可以分多一点的点，卖给人弄在南投，别不要说独独一家的招标，当然也青菜啊，对不？要走来走，唔走唔走啊！你可以把消息放出去嘛，回收厂有够多多嘛，有怪手的嘛足多啊，有垃圾车的嘛真多啊，你可以让大家说公开招标式的，不要一家而已，好，谢谢。啊，因为吼，咱的时间关系吼，咱只能够廖文贤议员跟邱美玲议员吼，啊，开完了咱就来结束吼，而且廖文贤议员。啊，本席这里呀、啊，啊，有一件问题啊，要就教友们计划处哈，啊，处长，我在这个前几天呐、啊，啊，我有啊向你要求提供啊，我们县长啊，在县民时间呐、啊、所受理的这个。案件呢、啊，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有三次的县民时间在我们仁爱乡哈、哦，啊，你提供我的这个啊，我们县长这个亲自去受理的这个案件里面呢、啊，的那个办理情形啊，我想这个涉及到那个申请人权利问题哈、哦，啊，部分都是啊、哦、都已解决了哈、哦，这里面呢、啊、有很多啊。啊，涉及到公共工程的啊，融入啊，排水设施，还有整个哈、啊、那个部落环境的这个改善，哈、啊、水沟啊、排水沟什么哈、啊，啊，大部分都是入案办理、严厉处理的，哦、啊，所以你给我的这个资料啊，啊，这个你是身为我们县政府的幕僚单位哈。啊你要内管哦，这些案件你要去内管，你不能在这个那个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说单位自行内管，你叫单位自行去内管的时候啊，那个承办人员啊把这个公文发出去，啊说入案办理哦，严厉处理，最后都无疾而终啊，所以你一定要、啊、把我们县长这几个县民时间所受理的这个为结案的这个案件啊，你一定要去追踪哦，你要内管，好不好？不要弄什么单位自行内管，哦，你身为我们县政府的这个幕僚单位，你要去内管，因为这个执行情形的好坏啊，直接影响到县长的这个政绩，受害的是县长，因为这里面啊，大部分都是村长代表所提的案件，哦，你看从这个第一次是。啊，那个案件啊，受理32件，第二次36件，第三次为什么马上降到18件？他们在期待什么？这个以前啊受理的这些案件啊，到底有没有在做？他们在等待，所以你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啊那个陈请的这几个那个。哦，村长代表，哦，这个执行情形的时候啊，哦，变成空等待的时候哈、哦，这受伤的是我们县长，所以我希望你啊，这几个案件啊，还是要你来，哦，内管，哦，追踪处理，好不好？你简单说明一下。啊，请处长回答。谢谢大会主席洪野哈，啊，谢谢廖野的指教。那我想这个县民时间里面呢、啊、我们从开办以来哈、啊、这个在去年已经有608件了哈、啊、那608件里面当然都是已经有答复哈、啊、有一些去理勘的部分了哈、啊、那对于有一些就是工程看了以后但是就是说我们有优先顺序有可能就是考量经费的问题哈、啊、那有一些是入案办理那些入案办理的部分里面我们也在今年度了105年度的预算的时候啊在去年的100在检讨的时候啊就已经把一部分纳进来到今年要做的部分了哈，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我们持续啊会一起来进行到最终到结束。那我想这个今年度一直在受理哦，那我想对这个案件里面我们会有一个交代哈。那谢谢议员的指教，谢谢。好，我希望你能够追踪来处理哈，把这几个哈还没有处理的这些案件呢先消化掉。哈，你不管这个刚刚你有讲嘛，这个可能有涉及到经费的问题。哦、我们本预算呐、啊，什么这个没有办法来执行的时候，可能是今年或是明年，对不对？
所以这个呀，要好好的答复我们这个那个陈请人哦，说大概要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要执行完毕，哦，不要让哈，哦，这个公文一路按办理啊，哦，又严厉处理啊，到最后都是哎无疾而终，哦，让老百姓啊对县政府的施政啊产生不信任，所以受害的、受伤害的就是我们县长，他那么好心，哦，那么有诚意的到我们的乡公所哦乡里面亲自来哦了解我们的地方的需求，哦，这个是知识体大了，哦，所以我这里要求你这个你要去追踪处理，而且要列管，好不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啊，请邱美玲议员。谢谢我们的主席洪议员。我要请在这里哈，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环保局长哈，在四月份的时候，你不是有办理一个生活处理环保论坛吗？那在论坛中，我们有一些专家学者在活动中哈，有提到就是垃圾全分类的问题，请问我们的局长，现在目前我们有在实施了吗？请局长回答。哦，谢谢主席洪议员，哦，也谢谢邱议员的指教。我想这个四月八号是开论坛的，啊，那个其实是对我们整个县的垃圾处理未来的方向能够做一个定调了。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其实这个方案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说能够做全分类的那个计划，哦，也就是说类似像欧洲地区的一些做法，能够把垃圾分得更细啊，哦，不是只有现在的资源回收而已，我们可能包括厨余啊，我们可能包括塑胶袋啊，包括废纸类的，全部把它做全面性的回收。因为当时我有去上那个课哈，那听完之后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希望说处长可以往这个方向赶快的下去实施哈，这样子我觉得才能够改善我们南投县的垃圾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的。那当然是当下比较立即性的，你也要赶快做个决策哈，不然就像我们议员讲的，不要每次问都是为了垃圾的问题哈。这我想请我们的局长真的要赶快来决议说，跟县长商讨说，我们到底要往什么方向，以后对我们南投县的垃圾真的会比较好，不会说大概都还可以拜头狼哈，真的是要赶快探讨出这个方案，赶快跟我们的环保署寻求经费回来来打造这个设施哈，我觉得这个是重点。那我们请环保局长能够多费心。那还有就是说刚空污的问题，因为空气污染哈，真的是也会影响我们的民生问题了哈。那在于我们国姓乡，我们国姓居民哈，那长期以来都会受到臭气，然后干扰了居民的生活哈。那居民都一直的反映哈，一直的，他也有打到环保局去举发，也甚至有告诉我哈。那也都请环保局去处理，可是问题是一直没有解决哈。那我也请局长说，这个请你要赶快帮我们处理哈，要不然真的是居民说已经反映了好多年，可是一直都没有改善哈，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最大的困扰哈。我相信这也不是只有我们那边有问题，可能别的地方也有，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受到澄清就没有说出来。那这个地方也请局长能够多关心去改善这个问题。那今天就是很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哈。那也希望说我们议员在这里提的，能够局处长能够重视哈，能够一一的，就是帮我们可以改善的改善，可以推进的尽量的推进哈，能够跟县长还有我们议员们共同的打造美好的南投县。谢谢大家。啊，真正感谢哈，真正感谢今日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啊，而且哈，本身哈，啊来向咱各处的处长，啊来甲恁报告，因为今日嘞，咱这小组的议员同仁嘞，大家提出嘞，拢总是希望讲，咱各处的处长拢总是真优秀，拢是咱县长嘞所派落来上好的一个处长、局长，啊，阮做一个议员嘞。唔是讲阮无代无志，就要来甲恁各处来找恁的麻烦，是阮为着百姓、为着选民服务咧，爱来甲恁各处来麻烦着恁各处来替咱县民斗下手。所以咧，而且咧，
啊，本身嘛希望着咱各处咱遮处长、局长咧，未来咧会用甲咱所有议员咧结合个召会，莫讲咧啊要开会进行咧三工、五工、一礼拜，啊，甲来甲咱服务处啊来探讨。本身感觉讲安尼是一个真正消极、真正无负责任的一个处理。所以咧，是咱林馆长的带领之下咧，啊，本身希望讲自今日开始咧，咱各处咧。啊！处长、局长一定要用起恁的用心，交代恁下骹的各科的科长，伊是承办人员，一定要甲咱的南投县54万百姓的，只要因委托的，莫违法的，咱做会到的，咱一定要用咱的良心的，用咱的实力来甲因倒骹手来帮助因。安尼咧，相信咧，未来咧，咱的南投县会愈来愈好啦吼。所以伫遮咧，本席向咱在座咱遮的处长、咱遮的局长，大家来勉励，未来咧，咱甲议会来结合，咱甲某一个所有的议员来结合，咱来打造一个南投县愈来愈好一个南投县啦吼。感谢大家，啊，今日吼，咱的总席顺就到遮结束，散会。